这个秋天，2017三国杀王者之战城市赛战火重燃。10月20日至11月26日，北京、西安、南京、武汉、长沙、广州六大城市全面开战，三国杀的擂台等你挑战。统帅三军4v4两大项目竞技不断，解说名嘴倾情助阵，直播平台精彩呈现，比赛期间更有多重好礼相送，这是属于三国杀玩家的狂欢。万人竞技，全民海选，明星选手延续辉煌，绝佳的策略，精湛的操作，三国杀的殿堂等你封神。10月21日，擂鼓敲响，地斗一战迫在眉睫。2017三国杀王者之战城市赛北京站，我们拭目以待。很厉害，三天眼杀出红条闪，我躲开了啊，躲开了，躲开了，活了，活了。重铸一个远交进攻是吧？哇，打死了！你看，终于又有用了。对对对。哇！来一把乱剑，要赚了，要赚了！我们要回忆起今天第一局你的搏击了，你有那个理解。面对无双啊，面对无双，然后呢，跟无双的胜者呢又会去面对老司机，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所谓冒泡赛吧。其实我并不知道冒泡赛这个名字啊，但是别人跟我说的，说有这个名字啊，什么叫冒泡赛？我说也好啊，反正就是排名低的没有人权嘛，他们就需要花费更大的代价，然后一点点往上去打。而排名高的话呢，就可以躺在前面的位置上。嗯，其实也不叫躺了，因为他们之前也通过了大量的比赛来，就是拿到了这个名次。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是我觉得这应该是他们应得的。对对对啊，就是耕耘和收获，你是先耕耘还是先收获啊？应该是先耕耘，对吧？嗯。所以当比如说像今天晚上 GC 和幽灵两个人面对面的时候，在思考说为什么我们没有像老司机啊，像 Wake Up 这样。就啊，躺在前面的路上等着，那是因为前面的比赛中人家确实表现非常好啊，而前面的比赛当中，那么 GC 和幽灵打的就稍微的要差一些啊。其实说差也不算很差了，幽灵这边的话总共接了19分，
总共接了19分。其实相比起就是一二名的话，其实也就差了7分，是吗？7分啊，哦，一二名，对，26分，对吧？26嘛，26减19嘛，嗯，啊，这个滴滴之前算的呢，滴滴之前这样，就是他算26减19，减完之后应该得15。刚才我突然就是算到一半卡住了，我想我应该不能聊这些话题。对对对，啊，为什么呢？嗯，因为你想26和19啊，19还凑合，对吧？19的话呢，就是手跟脚加一块还够，26肯定就不够了，嗯，所以这个对于滴滴来说难度就会开始增大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常聊的话题啊，在我们直播间有些好玩的事情啊，比如说滴滴不会算数这个事情就还不错，啊，不错。GC 跟有领今天的比赛，嗯，我们还是简单介绍一下两支队伍，好吧？嗯，好。嗯 ，GC 这边总共有15分的积分，嗯，啊，总共有15分的积分。但是呢，他们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可以，导播这边给我们一个就是总的积分表，我们来去判断一下，说所有这些选手的，所有这些队伍他们的积分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就是为什么，比如说为什么 Wake Up 他们能排得很靠前，老司机排得很靠前，嗯，为什么归心就会排得很靠后，对吧？对。他们之前的常规赛当中都发生了哪些事情，打出了什么样的成绩？这些的话呢，我们都可以给大家去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让大家也能知道。啊，今天晚上这两个队伍为什么要进行殊死的搏斗，对吧？嗯，就是所谓死也要死个明白，明白啊，嗯，死也要死个明白。我们先说 GC 吧 ，GC 这个队伍呢，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前四轮都没赢，对吧？前三轮得了2分，第四轮哎一努力只得了1分，对吧？啊，然后第五轮呢是得了一个4分，第七轮也得了一个4分，所以有2胜的战绩。两胜之后呢，剩下的五场比赛，因为我们是7轮的常规赛，剩下的五场比赛全部都失利了，而且其中还有一局是被人家大横扫，是被西竹路6-0的大横扫，哦，啊，被6-0大横扫过。这个成绩跟归心有点像，归心是当初被老司机6-0大横扫过啊，嗯，所以 GC 这边整体的成绩不是很理想。然后两名队员分别是苍月和暮光之城。两名选手都是打满了所有的21场比赛，嗯，就是打满所有的21局比赛啊。对于每个人来说，因为他们队只派出了2名选手来参加比赛，嗯，是的。那他们的胜率呢，分别是38%和33%啊，一个是21战8胜，一个是21战7胜，嗯，啊。而且他们两名选手，其中，苍月之城呢，暮光之城呢稍微好玩一点。暮光之城的话，有一次获胜。啊，有2次获胜，一次是3-0横扫的获胜，嗯，一次是2-1的获胜，但是呢，同样也有2次被横扫，也有2次被横扫。归心这边那个苍月这边呢，只有1次获胜，但是相对只有1次被横扫啊，所以整体成绩都不是太好，对，都不是特别理想，对，这是为什么排名排得比较靠后啊？当然他们在最后一轮的时候勇敢地面对了归心，还是努努力，所以变成了第7名啊，要不然的话。他跟归心实际上在争7-8两个名次，嗯，这个是 GC 这个俱乐部的情况。那么到有领这边呢，情况就稍微的好看一点点了，对吧？嗯，啊，不像刚才我们提到的 GC 那么凄惨，就是，那么惨，对吧？对对对，啊，而且有领的排名好像也是比 GC 要高的，高一些，高一些啊。有领的话，现在因为他们俩能碰上嘛，其实是第6和第7的名次，嗯，但是六七之间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因为他们分数上大概差了4分左右。有领是总共获得了19分啊，总共获得了19分的分数。其实19分呢，大家算算就知道了。说我们总共打7轮，嗯，每轮比赛你要都能逼平对手的话，那你应该得多少分呢？37、21，对吧？那你应该得21分。但是这边得了19分呢，代表着比平均数还是要低一点点，再差一些啊。但是差的也肯定不多，所以有领排名第6，他们是2名选手蓝帝和老鱼啊。其中呢就很神奇，老鱼的成绩，嗯，相比之下要感觉差一些啊。老鱼这边是21战8胜，21战8胜的成绩跟暮光之城是一样的。很难想象的，老鱼这样一名选手居然打出了如此普通的战绩，嗯，啊，如此普通的战绩。那21战8胜呢，只有38%的胜率，这点跟暮光之城也是一样的啊。顺便说一下，他们也是2名选手打满了所有比赛。嗯，所以每名选手也是都打了21场，21局比赛吧，至少说，嗯嗯，蓝帝这边好一些，21战11胜啊，21战11胜呢是一个稍微高过50%的胜率，所以有52%的胜率，
啊，52%的胜率，这是老约翰兰迪的胜率。然后兰迪这边啊，个人来说出战了七场里面有3场是输掉了，输的都是1-2，然后有4场赢下来，赢的都是2-1，基本上算中规中矩。就是我们其实看兰迪的比赛也经常是这样，就是没有觉得兰迪给我们太多的惊喜，但是呢也没有让我们很失望，也没有让我们很说，我觉得就打得比较稳健的类型吧，啊，比较稳健，对。然后从排风来说的话，兰迪的排风也是属于那种比较谨小慎微的，在面对敌人的火力的时候呢是属于比较收敛的，对吧，啊，能不冒险的情况下尽量不冒险，对，所以这样的话成绩就会稍好一点，对，成绩稍好一点啊。然后老于这边的话成绩就差一些了，老于的话呢首先是还是七场比赛里赢下了其中的3局，啊，等于兰迪是4胜3负，老于是3胜4负，啊，就是一个是赢了4局，一个是赢过4场，一个是赢过3场，但是老于输的比赛里面有2次被横扫，啊，很难想象有2次被横扫，很难想象以老于这样的水平居然会2次被横扫，一次是被 Bass 的 K 横扫了，3-0，这个事情发生在第4轮，一次是被Wake Up 的孤独横扫了，也是3-0啊。所以呢昨天其实 K 被归心淘汰这件事情也算是间接的给老于报了一个小仇啊，这个还有这种操作，啊，对，说反正你看你横扫我，不在了吧，对吧，啊，然后今天群里面也是有这样讨论啊，说觉得最后的冠军就应该是归心，然后一路就啊，以黑八的奇迹逆天而上啊，我觉得难度还是非常巨大的。对，当然可能性肯定不是没有啊，对，一切都有可能的嘛。没错，没错啊，可能性是一定会有的。所以呢，我们2支队伍跟大家介绍完了。那其实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数据啊，需要跟大家去汇报一下，是什么呢？就是2支队伍在历史上有没有碰过面？碰面之后他们的成绩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历史上肯定碰过面，我们打循环赛嘛，对吧？循环赛7轮总有一次是碰面的，对对对啊。那两个队碰面的场次发生在第几轮呢？发生在第3轮，第三轮的时候，兰迪和 GC 啊，这个不叫尤岭跟 GC 碰面了。那兰迪2-1的比分战胜了暮光之城，老于2-1的比分战胜了苍月，所以他们两个队之间的比分是4-2，4-2的比分，四比二的比分。所以我们看一眼今天晚上啊，过去的这个就是景象会不会再次上演？对，啊，上演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们历史上的成绩跟今天的会是不是有所区别或者是相同？对，这边是暮光之城，暮光之城对上了老于，他们之前是有碰过面吗？没碰过面，之前是蓝地打的暮光之城，老于打的苍月。哎，那这个的话就看不出来了呀。然后也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赛制。我们的赛制呢是一个叫征服二的赛制，我们说的简单通俗一些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可以理解为是7局4胜，哪边先赢4局哪边获胜。但是你赢的这4局必须要由你方的2名选手分别获得2局胜利来完成，而谁如果赢不了2局，谁就不能下场休息。对，谁就要一直在场上，一直在场上。对啊，比如现在老于和暮光他们两个都在场上，对吧？假设啊，咱说暮光2-0把老于打赢了，那暮光还想接着打，说我们不是0-4局吗，我们接着打不行，要换一位队友来，换队友来打。对，老于说我想休息也不行，你只有赢了2局才能下场休息。对对啊，昨天这场比赛是最终打了7局啊，我们对变相的 打满7局啊，变相的给大家多播了1局啊，这也算是我们的一个小福利了。对，顺便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大家刚才开始看了我们的直播的话呢，会发现我们在中间有一个小的宣传片，是关于北京赛的。哦，就是我们这个周末的一个北京赛。是的，大家猜这个北京赛在哪儿打呢？啊，对，大家猜的非常对啊，这个北京赛是在北京打。然后这周末吧，我们反正有好多主播会过来一块儿热闹热闹。对，会过来一起解说比赛。对啊，菜刀反正会来，然后美牙呀、乌云啊什么的，对吧？大家齐聚一堂，欢声笑语，庆贺北京赛顺利举办。然后第一天是重赛，第二天是14，我们在王站直播间会给大家带来。几乎是全程吧，我们不敢确定怎么样能够说是真正全程啊，但反正尽可能的我们把最优质的这个赛程给大家展现出来。对，我有看到他们推的那个宣传，这是我见过最短的那个什么文章内容什么的啊。是吗？是吗？但是我点进去就是还挺吸引人的，对吧？说来发钱来了。来赢奖金，那也太简单明了了吧。好，我们看一下双方这次的选将。暖色方暮光
选择了大乔主，然后前锋放的是弥竹和甘宁啊。我们之前见过说弥竹一大把牌给甘宁，反正只要是黑的他就能用出去啊。而冷色这边呢，选择了法政灵统。法政灵统这个阵型不太容易被选到，但是居然被选到了、嗯、这个是一个比较重点被搬掉的阵型。对，因为他们在一起的话可能对面的手牌就比较的危险了。嗯，我们也可以看到对面虽然有大乔的话，这里于帆还是可以判定一下的。是的，但是等等到于帆行动的时候就是对面的回合了。嗯，他就不能帮自己这边过一些乐不思蜀之类的。对，就是于帆想控乐呢、嗯、那除非在条件比较复杂、对、啊、那只能在前锋的位置，而且在大乔不乐你的情况下他是不能解自己乐乐的、嗯，是的，或者是啊、有超级可怕几乎不可能发生的情况，比如于帆直接弃牌的时候直接弃四个，对吧？弃四个身上牌顶两个是贾乔摸的，一个是你国色摸的，然后最后一个是潘乐的。哇、啊、这需要神一样的意识。那也太夸张了、啊、对，非常强大的意识，还有非常多的手牌啊，所以几乎不可能发生嘛。对，除非他在他医学的时候弃四张，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嗯、就理论上可能发生，但是实际上很难见到的场景、嗯、对对，但是他还依然说有可能控制乐、嗯、不像说你能一关羽来，你这想辙吧，怎么想也控不了乐、嗯、对吧？其实像这一局来看的话，其实这个冷主还挺脆弱的，嗯，就不像暖主大乔那样就两边都有个保护。嗯，对，你要打肯定是先打我的弥竹，你动其他人根本就没用。对，所以现在的逻辑是什么？嗯，现在的逻辑叫做是暖色先把冷色的中间打崩掉呢，还是冷色先依靠着法政灵统的配合这个阻止掉对方的攻势，对吧？因为你要打中间的鱼帆、嗯、你得有距离，而我们法政灵统通过配合是有机会把距离给压制的小一些、嗯、啊，把对方边上的距离拆一开，比如这怪师傅，对吧？待会儿你就别要了。哎呀，这个怪师傅的话、那可能就是反正奔着鱼帆去嘛。对、就是嗯、也没有其他太大的想法。是的，对于在冷色方的整体思路上来说，暖色方所有武器都应该是一次性的，这个武器只要用两次就算你就算对吧，就算我输、啊、就算我输，对吧、嗯、你武器还能是还让你重复利用。对、啊、这关师傅是吧，下一秒就在弃牌堆里了，嗯，也就是摆着给你看一眼的。哎，然后这里的迷竹也是达到了一个牌非常少的量，嗯嗯，但是他是一个前锋所以就还好。嗯，这边甘宁要开始动手了。嗯，甘宁刚才是拿了一张诸葛连弩的，对，看一下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冲这个简一马挂在这儿，我觉得不捅两刀是不是说不过去、啊哦、我觉得肯定是要对于帆做一些事情的。但是这把古定刀就这么拆出来了，感觉上甘宁的黑牌数量黑牌很少，应该嗯不是很多。刚才那张弩也是黑色的，对、嗯，就可能直接杀了，那大概率可能就是挂弩直接打过来了。对，应该是这样。因为古定刀这个配合还是非常诱人的。对，如果他有另外多的黑牌的话，肯定是先拆掉，然后用古定刀杀一下，然后再用古定刀拆，最后我们才选择那样做嘛，对吧？嗯，这边判断的是说手里牌应该肯定不是闪。嗯啊，虽然这个判断还判断挺冒险的，对，挺冒险的。是一个比较冒险的判断，对，但是算你猜对了，确实还真猜对了啊。不知道就是哎，有一个桃子可以捞一下。对，但是只有一个桃子啊。如果甘宁现在再有个什么南蛮万箭，就是任何乱七八糟的输出、嗯、啊，因为我们提到的时候甘宁就是黑色牌很少，不太顺的，或者说黑色牌不算太少，他都挂起来了，都挂在身上了啊，但是其他的输出手段也可能会有，对吧？哎、那现在手牌拆掉一张南蛮，是不是也算合情合理？对对对，那这里的话就是没有黑牌了。好的，下到手牌，或者一张决斗，我一张方片的决斗也可以，也算是合情合理啊。哎，这里选择发动技能，放到牌堆顶了。嗯，因为待会儿如果觉得只要我能不死，对吧？我们灵统动就能把这个弩装上之后反打你一波是轻的，然后待会儿反正跟灵统的配合。嗯，我应该觉得应该是用去下一个牌吧，而不是打一个输出。现在，我觉得就可以。哦，那对吧？果然是一番南蛮入侵嘛，就这个动作拆手牌了就差不多了。对啊，一番南蛮入侵，我们
对于甘宁这名选手来说，或者对于穆光来说，他不知道现在局势如何，还在非常忐忑，但我们已经知道了，所以恭喜穆光啊，顺利的拿下一局。对，恭喜他先获一局的胜利。对，我们昨天的比赛啊，也是归心这边一直打的相对比较顺一点点，感觉上。对啊，不知道今天会不会也是这样，就是这还是比较奇怪的啊，说成绩越。在常规赛成绩排名越低的队伍，反而上来是先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对的，对的，对的。然后这一局的话呢，其实主要凭借着迷竹甘宁的配合，甘宁的牌没有特别棒。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们会放出迷竹甘宁这样的配合，让他们全部抓走。然后对面也是放了一个法政灵统，但是法政灵统的话，还是如果在后动的话，肯定是不及对面的一波的爆发。对，实际上我们这么理解，就是说甘宁灵统法政灵统是一个很优秀的组合，不太应该轻易的放给别人。对啊，那迷竹和甘宁呢，其实也是很优秀的组合，通常来说也不太愿意放给别人。那这一次呢，双方等于各自都拿到了组合，等于双方在选将的时候没有进行一个互相的过分的去进行拆将的动作，而是选择了自己想要的一个组合，各取所需，对吧？那各取所需的情况下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就是谁先动谁就会占到一些优势和便宜。 对， 对吧？我们想象一下，就是比如我这边有把枪，重者利弊，打谁谁倒下。滴滴手里有一把枪，这把枪也是打谁谁倒下。我跟滴滴面对面都把枪掏出来，那就是谁先开枪谁赢嘛，对吧？这时候就不客气了，说哎，少侠请先开枪。一般不会，对吧？你看西部决斗的时候，都是这个两个人走，突然一转身啊，当去打。哎，我突然想起一个事情，就是有那种。不是洪佳老师跟我，然后我们都背对着面，然后对三二一棒，对不对？对啊，三二一不是三二，然后棒一下，然后看敌敌手里的枪在冒烟，我后背上面有一个空眼儿，对吧？对，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对，有一个洞啊，就还是有谁先开枪谁占便宜。那这个局面下确实是迷竹甘宁先启动了，然后启动完的迷竹甘宁也确实是打出了很多输出啊，这个还是有很多的意外的这个因素。我觉得那个五谷也有那个作用的，对，甘宁直接交了分威，然后那个于帆他是拼无限没有拼赢，对，然后让他们拿到了三张牌。对，就是几件事情，对吧？于帆起手牌稍微的惨一些，他是没有闪的。对，然后迷竹这边能找着棍儿打于帆，甘宁这边除了有两张沙还有一口酒之外，还有一番大门入侵，对吧？于帆也没有想到他在第一波的时候会死，因为他补牌也是补给了灵统，没有选择补给自己。对，因为觉得自己还算可以。对啊，我一个四血的于帆，我家里还有个桃子，你凭什么第一轮就能打死我？是的，然后真的打死了。而且甚至于于帆多多少少有一点点这种钓鱼的性质啊，就是说我把于帆放在这儿，然后就当一个诱饵，你来打，然后你打不死呢，我慢慢就回起来了。但是你打我的时候，你不能干我两边，于是我再利用法政灵统去限制你的距离。我们从选项上可以看到，暖色方这边是手拿了迷竹，然后对手直接拿了法政灵统，也不选择去拆你的一个甘宁了。对的，然后对手可能是这么想，说有法政灵统你还不拆，对吧？你不拆那我就拿完之后呢，但是暖色方没有没有选择管你那么多。对，然后直接拿了一个大桥甘宁，想就是限制下对面，也没有什么武将好克制大桥的了，这个将没下。我们不想管那么多，我们也管不了那么多，对吧？对，我管了也没用啊，管了就是自己这边飞牌还不一定能过乐啊。是的，所以最终的话呢，我们还是看到了啊，凭借着甘宁和迷竹两个武将优秀的配合，最后一大波输出啊，甘宁这波输出真的不少。一张杀一张九杀是三点，一张大半入侵四点。对的四点输出直接全部都倾斜在了于帆身上。其实我觉得那个九杀其实还挺危险的。对，万一被闪掉的话可能又不一样了。是的，然后我们多说一句啊，就是冷色输在何处呢？有观众可能会说冷色输在牌不好，起手没有闪没有杀没有桃。不是，冷色输在了贪心二字上。贪在何处呢？说我拿法政灵统就是贪心嘛。上法政灵统拿和上法政灵统都是正常的。于帆贪了是吗？对，你中间可以放孙策吗？可以，可以放王毅吗？
我觉得孙策不放，网易是不是绝对没问题？我觉得网易放主将位置特别好，因为他是不是完全没问题，因为对方暖色不管打谁都不合适。对呀、你打灵统，哎，我灵统就想掉血，我就想发动旋风。对呀、你打我法阵，我法阵还可以恩怨一下，对吧？都是非常不好打的几个将，但是他摊了一手，摊了一个，就是于帆，希望能有更好的排插。补牌比补装备嘛、啊，其实王毅也是可以的。对，所以就是摊在这，摊在何处，摊在此处。嗯，所以如果你注意，中间搁王毅可能不这么容易死，但中间搁一个于帆，那就抱歉了啊，抱歉了、嗯。好，那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局的比赛，啊，对于老于来说，可能后面还要至少有三场比赛、对，至少三场。这个比赛好，就是谁打的赢，谁反而就是胜的局数可能会少一些，对吧？比如目光这场如果还赢了，那目光就不用打了。这样一个逻辑，对，只要连胜两局就可以换我的下一个对手，我的下一位队友来登场跟你较量。好的，我们看这边的阵型啊，这次是还是有秘竹在的，对，有黄忠，那对面可能要选一个我觉得对面可能要拿黄忠了。这是有郭嘉，但是郭嘉不太大的局面啊。这个郭嘉可以配一下王姬、甘宁，其实都可以配。对，但是老于这里是一个冷色，他拿郭嘉的用处不是很大，因为一般我们暖郭嘉嘛。对，就是都可以配，但是都不够优秀啊。嗯，或者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这个问题，如果这边有非常优质的武将能够配合郭嘉的话，那么对于选手来说可能就直接选择暖色就要守郭嘉了。 对， 对吧，但是并没有选，所以说这个郭嘉在这一轮的比赛中并不占一个主导的地位。没错没错啊，但是最终拿了的话呢，上也当然可以上，强度也依然可以。因为毕竟郭嘉还是算比较万能的配合，对吧？跟谁配配都还蛮不错的。然后这里突然选了一手王姬加貂蝉，这里可能想用貂蝉来打一下伤害。是的，我整体上来说我不认为我不认为王姬会有太多的上场的机会。他可能是怕就是因为对方目光他是一个暖色嘛，想就是怕糜竺跟王姬第一轮有一个太大的爆发，然后我的主被秒是有可能的。因为这样看来的话，就是主放主位的，在冷色这边放主位的这样不是特别多有保护性的，就除了他拿了一手郭嘉嘛，其他几个就防御就比较差。怕被一波给推掉。是的，那这边的话我们看一眼冷色吧，是不是要考虑比如说黄忠、公孙渊这种。其实黄忠我觉得如果断杀了就非常的尴尬啊，毕竟是一个菜刀啊。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菜刀不好呗。啊，菜刀好呀。吓我一跳。对，有有菜刀不好的话，你就可以周日然后当有都可以吹，可以安排啊，可以安排。有啥可开心了，对吧？有仇报仇，有冤报冤。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对吧？迪迪跟菜刀玩的可开心了啊。啊。没有啊。你这样描述有点奇怪。很奇怪吗？就没就你这个停电那次对吧？不就是那个菜刀跟迪迪嘛，突然停电吓坏了啊！这个就有些动物不能一块搁着，它搁在一块就容易停电啊。我们也为此特意换了那个一个叫什么枕，是叫什么东西？反正换了一个变压器是一个东西吧，就变成更大的一号。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屋里边它有好多灯，还有好多电脑，还有好多显示器，然后不是就它对线路还是有一定的压力啊。冷色这边果然是上了公孙渊和黄忠啊，非常可怕。对，但是我觉得公孙渊这个点非常的脆弱，就像我之前他们选将的时候说了，就冷主这边他能上就是在主位比较有保护性的武将特别少。对，他可能还是摊一手说公孙渊起手一人偷一个，这个但是张辽又偷回来了呀。啊，那说的是。然后张辽还就是不费血呢。对对对。哎，这里找到了一个距离，要不要直接打公孙渊？应该是直接打，而且冷色方其实还有另一个比较大的压力。这个压力来源于两件事，第一件事叫没人给黄忠补牌，所以黄忠可能断杀。第二件事叫即使黄忠不断杀，
黄忠的火力也很难集中在迷竹这个点，很难打到迷竹，因为您这牌是牌太少了啊，人家牌太多，您牌太少。对，顽固迷竹的，对，你除非从蟑螂那个点先打，但是蟑螂那个点先打，蟑螂的牌越少，你自己这里被偷的越多呀。对，你牌还真未必有人家多。哇，这要防天三杀。人家牌现在少了，人家说我没牌，但是我有狮子，你随便打。哦，我觉得可能哦，他还是带黄忠了。我本来以为他不会带黄忠的。带黄忠了，嗯，你杀呗，你杀俩小彩要留一手，留里给迷竹，迷竹说我牌多，我不怕，啊，对，我能闪开就行了，啊，只要不强中什么都行。这个蟑螂的牌是真的好呀，嗯，嗯，而且不糟践，而且把乐给解了，解乐其实这件事情也很重要。他是从貂蝉手里偷的一个过河拆桥，桥对，直接拆掉了，嗯，然后从那边拿着方天画戟，什么重要拿什么，嗯，就。我不知道你怎么想，我觉得老于要，老于要崩溃了。嗯，对，或者应该这么说，我觉得目光要我，请大家仔细的再啊看一下，这是今天可能目光打的最后一场比赛了，对吧？打完这局，可能目光就要下场休息了，因为这个就酱面来说，其实还不算，还算合理，我觉得双方都还算合理。对，但是呢，这边公孙渊什么都没有，对面张辽行动完之后就太开心了，对，这是一个行动的无比开心的张辽，啊。你现在黄忠这边一逃一杀怎么办？我还是觉得公孙渊打糜竺的话会不会差了一点，还是是的，嗯，还是只能黄忠动了。而且黄忠打糜竺的话也说实话差了点，但是黄忠又不能放给糜竺，没法打，现在黄忠没有合理的目标，对，市场牵羊，想想啊，如果是一张决斗，先看看大乔什么反应，那还是该先顺，对吗？还是应该先顺，还是应该先顺，还是应该先顺，对，大乔真还手了，咱也不能真出杀呀，嗯，对吧？咱们那个杀多宝贵呀，人家那破杀一张就是一血，咱这杀一张是两血啊，哎，顺风一张杀了，杀了，嗯，还不错，还不错。决斗大乔吧，我觉得打大乔是一个小思路，但是你决斗大乔，大乔是不会理你的，嗯，大乔肯定掉血，所以，哎，这里是没有选择把明的杀打出去，嗯。嗯啊，大乔选择自己扛了，这个逻辑是什么？这个逻辑是迷竹没有闪，牌多没有用，对吧？牌多没有用，你得有闪你才能躲伤害啊。对，这个逻辑就是迷竹没有闪，但也有可能是什么？也有可能大乔觉得说伸头一刀缩头也一刀，我这刀留了下刀怎么办，对吗？嗯，不给，没关系，因为迷竹一会儿可以帮大乔回去血线，不给组织添负担，嗯，待会儿迷竹给大乔回血也合理啊，这都非常合理，但是至少让冷森方看到了希望，因为把大乔打到一血了，对，嗯，看一下貂蝉这里能不能做一些事情吧。是的，一张冰蓝寸断没有那么严重，哎，到时看无中生有能开出什么来很关键，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牌可能是乐不思蜀啊，有可能是乐不思蜀，对，刚才已经一张乐不思蜀掉了，嗯，还有两张，不着急，哦，没有找到乐不思蜀，嗯，那这里，按理说应该是离间迷竹跟张辽，我觉得可以先离间，对，应该是迷竹先出的，对，因为他因为大乔刚才的反应就是自己手里没有，迷竹手里没有闪嘛，然后我们再杀一刀迷竹不就好了？嗯，当然也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有一种可能性是大乔手里是个桃子，也就是大乔这么想说，我就只有一张牌，然后如果我这要琉璃的话，万一被乐了，下刀更惨。嗯，对吧？对对对，所以我先挨一刀，然后让迷竹给我补个血，这样还能还有一个补血的机会，对。然后下刀再留也是一样的，我还能那个只挨一刀不成，对吧？哇，黄忠的桃子是没有吃的。对，因为现在大家都两血，这要保一下公孙渊。你说谁危险，对吧？公孙渊比谁都危险。哎呀，哎，杀被拆掉了，这是一张明杀，从大乔，那个，桃子还在，从大乔手里顺来的。所以对于暖色来说，开小拆小杀其实并不开心啊，嗯，有开心吧，说少一张杀就少一点，少一点威胁，但是还是想，嗯，对，但关键说他拆到了一张，嗯，红杀，对，拆到了一张已知牌，嗯，啊，并没有起到说过河拆桥去探一下底的效果，因为他如果拆掉一张桃，他就明显知道是一张红杀，不用有别的想法，也不用有别的念头，这边是给了一张牌，大乔直接回到了两血，接下来的话黄忠再想杀大乔就非常难了，因为这边的话有一个人王盾，你的黑沙人家就直接留，对，一刀换一张，刚才也把你的红沙也拆掉了，是的，就是你黑沙杀大乔，大乔琉璃，就跟你出黑沙大乔闪了是一样的道理，嗯，没有任何的变化和区别，我觉得这里可能要两边动了，嗯嗯，好，看一下这里有没有机会能击杀掉张辽吧，但是迷竹手里应该是有桃子的，不然刚才不会
把牌直接给大乔吧，我觉得，但是也说不定。这边选择了离间张辽和黄忠、对、啊，这里是想我个人推荐离间张辽和糜竺。因为他可能想怕黄忠断杀，这里看一下能不能帮黄忠给补起来。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都判断的结果是张辽不会死，对吗？对，不会死。对，所以对方一定有桃，对吧？对。好的，那你觉得离间张辽跟黄忠，或者离间张辽跟孙渊，对方是不是百分百出桃？哦，对。那如果你离间张辽跟糜竺的话，糜竺万一要是小心眼一下，有那2%的可能出桃，这对手不就能失误了吗？对吧？给对手就是给对方点甜头嘛。你看，要不你看你收了，你看怎么样？对吧？我觉得这种可能性还是值得去做的，因为判断来说，对方有桃的可能性太大了，太高了，这个概率。对，我是觉得一定有桃的。对对对，那你在单母都觉得一定有桃了，那你理解谁他都是出桃嘛？反倒是说你理解他跟糜竺，对方万一要是，脑子一热，说哎这两张牌也挺好的，是不是就？我估计大概率不会了。但我们老说这句话，我们说要把失误的机会留给对手，你要给对手创造让他失误的条件。对吧？对手不会主动的去失误，但是你可以去创造这个条件，创造这个土壤给他们。这个就有点这个诡诈的战术在里面。所以就是孙子兵法，对，要猜透就是对手的心思。是的，你变着法的，你要骗对手说，哎，你看这样其实挺好的。对手，你站在对手角度去考虑嘛。这个其实打三国杀别的我不知道，就是打那内奸来说，一定是这个思路。这个张辽真的厉害。他拿到了方天画戟跟沙，哎呀，真的服。这个日子不太有法过，反正对这个日子没法过了。一般通常来说呢，我们不常见到张辽有如此的大的，刚才黄忠借刀把刀拿回去了，但是他想保桃子，是的，不想把桃子给他们，因为怕公孙渊死，对，所以方天画戟又放在他手里，然后又被投过去了。然后也是顺利的拿到了貂蝉手里的沙。这个张辽使方天画戟也算合情合理，对吧？毕竟当年跟吕布混了那么长时间，偷学个一两下，或者是，对吧？拿着吕布的戟出来耍一耍，也是，我觉得这也是合理的。平时应该没有拿过吕布的戟玩吧？就说这事儿啊，你借我玩会儿怎么了？取你啊，那个叫什么啊？那个和尚摸的我摸不得吗？对吧？许你玩就不许我玩。对吧？你又不是一天到晚抱着几睡觉，对吧？对。你不玩的时候，我总可以拿回来耍一耍，试一试，对吧？看看我能不能抡得动啊？那戟有多长多宽，对不对？张辽应该本身也是使类似于就是长枪啊这类的武器啊，感觉上，因为古时候还是使枪的多啊，只有像刘备这种没事使个雌雄双股剑上阵杀敌，这两个 A O E， 太厉害了。那黄忠这里是要救自己了，然后貂蝉应该是死了。是的，而且公孙渊好像自己说有口酒，这口酒也要喝掉了。对，口酒只能喝掉了。那大乔还没有出杀的，好像。那下一刀公孙渊的，哎，这里是直接不救了。就直接觉得算了。嗯。觉得这局到这儿已经不需要再往后进行了，对，往后进行了。对，今天我们这局其实看到了一个好可怕、好可怕的张辽啊。对，对，这个张辽就是想要距离有距离，要杀有杀，还能三杀。没错。我们这么来解释一件事情，就是说双方的阵容之间呢，还是有各种各样的难点。但是公孙渊如果稍微暴力一点，拿的东西稍微舒服一些呢，可能公孙渊会开心一些。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只要公孙渊和这个黄忠貂蝉这边能稳住局势。那糜竺其实是一个衰退的状态，对，是吧？其实公孙渊第一波他的偷牌，虽然说有收益，但是也有负面的影响，因为你牌都给对面看了，然后又拿了对面的几张牌，是的，他知道你手里有什么。对对对。对。而张辽今天真是超水平发挥啊，这是一个威震逍遥津的张辽。这应该是我看到发挥最好的一个张辽了，对对对，能把自己的手牌打空，还能打伤害。对，两个回合，就是每个回合打出了。就是我们不说实际教程啊，每回合至少是出了三张杀，对吧？对，每回合都是三张杀，一人一刀，每回合都是三张杀，一人一刀，这伤害打没打出来我们不确定，但是这个动作做出来了，它收益已经到位了。因为一张杀你换一张闪，是谁赚呢？是杀赚。对，你现在是一张杀打仨目标，掉血当然也是杀赚，出闪也是杀赚，对吧？所以我们就不多说了。这个张辽，还是相当的可怕，相当的厉害啊，相当的厉害。
那至此，苍月同学已经成功的以两胜的战绩离开了我们的比赛，这是第一个离开了我们的比赛啊，这是第一个我们怎么不是完成任务吗？完成任务啊，对，完成他今天的任务了，对，完成任务就离开了呀，对吧？因为离开的话就像那种任务完成，然后离开比赛他虽然就是后面比赛不打了，但是精神长存。就是他还是那个鼓励嘛，就是鼓励那个暮光之城嘛，对吧？他这就是什么魂诱江东嘛，对不对？反正意思吧，就是他后边比赛跟他没关系了啊。孙坚的台词吧。啊，对呀，对呀，后面就看暮光之城要怎么办了啊！暮光之城还是打老鱼，刚才是暮光之城打的老鱼啊，那个苍月啊，该苍月，该苍月，这个骰子放错地儿了啊！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面前有一个特别。别致的信息系统，有逻辑的记忆系统。对对对啊，就是大家如果有看过我微博的话，我之前好像展示过吧，就是关于我们这个叫什么，现在应该已经叫提词系统3.0版本了。对，就是不断的在调整，说怎么用更好的方式能够让我们在看到更多信息的同时，也能够不影响我们日常的直播。其实我觉得这样蛮复杂的。是吗？因为我没有看。对，这个是。这个这好理解，对吧？这个你要说我们面前有一个什么文字系统，上边都是文字啊，就是滴滴看完之后一看啊，这个挺好，对吧？金山竹影这个几千抽啊，云锁高山水自流，对吧？或者一看那个说这个挺好，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这个也不错，对吧？说那个野草闲花遍地愁，龙争虎斗几时休，抬头五岳处，再看梁唐尽看周，觉得这都很不错啊。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现在面前这个都是数字，然后滴滴看见数字扭头就走了。哦，头晕啊，头晕，对吧？我们这些都是很复杂的系统，对吧？比如说什么中摇胜率是多少啊，这个你摸牌摸三张牌中摸到属性杀的概率有多高啊，对吧？然后夏季赛的时候卡斯珀影子同学有多高的胜率啊，我们全是这样的数据。 对，所以大家可能就滴滴就没那么喜欢，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还是有帮助啊，有帮助。对，比如数字是不会骗人的，你看暮光之城是不是把老鱼就赢了，对吧？这个暮光之城跟老鱼胜率应该是差不多的，对吧？你看两个人都是38%的胜率嘛，谁赢谁都是很正常，对啊。你看两个人都是38%的胜率嘛。真的哎。但是接下来，然后他们之前的比赛没有交手过。没有交手过那接下来的话呢，应该是苍月要上场了。苍月在第三轮的时候是1-2输给了老鱼的。所以呢，这个对于 GC 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代表着老鱼想得2分的话，苍月估计还能自己捞回1分来，当然这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猜测，对，一厢情愿猜测。但是无论怎么样，还是恭喜魔王之城同学先从老鱼手里逃跑掉了，顺利的逃脱，好像目前想起来的话，有领这个俱乐部每次碰见这种征服赛都不是很顺利，对吧？比如在夏季联赛的决赛当中。也是因为征服赛制的原因，然后文友同学就一盘没赢，被对方连续的关了。我有听说连续被关，对吧？现在老鱼也是属于先被关了2局了，你要再被关2局，反正蓝帝就甩锅了。蓝帝说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对，都是老鱼的锅。我觉得其实赢2局赢多少局对我来说都不叫事儿，但是我没打。为什么我没打，对吧？因为我队友赖皮赖在那儿不下来。蓝帝说让我上去试一下，对吧？我让我出去啊，不行，对吧？于是呢，我们现在是比分来到了2-0啊，来到了2-0。因为2-0之后，大家可以能理解啊，我们这边要换一名选手，所以呢，现在导播在后面肯定是积极的在跟选手来沟通，说我们的比赛马上要换新选手来进行了。然后我们这边呢，借此机会也是能跟大家聊一些其他的事情啊，主要其实最近比较大的。或者最近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即将要开始的北京赛，在本周六和周日啊。北京赛顾名思义当时在北京来进行，我们在北京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叫网咖啊，现在其实都这么叫，现在叫网吧的已经很少了，大部分都叫网咖。对，这个地方的环境也特别有意思，然后是吗？对对对，我没有去过的吧。啊，没有去过。它本身是一个就是圈形啊，圈形，然后里边的机器也是配置很不错。我进去会迷路吗？反正我进去转了转，觉得它这个圈反正怪怪的啊，怪怪的。那也许会迷路吧。也许会迷路啊，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路引之类的啊，而且呢，机器上也要贴一些号牌嘛。我们其实之前有打过我们线下比赛，都知道我们机器一般是按位数无群4个组别来分，
然后呢，直接就是比如你抽完签了，一看啊，我这是蓝色的，15号机，所以是魏国的，就是魏国15号机。嗯，然后你坐在这儿，你发现哎，对面这也是魏国15号机，对了，那因为对面这是你对手，你们俩人一块打，哦，哎，这么抽完签了直接打。这个当然现场了，我们这个今年是不会去啊，这个应该是自2010年开始啊，2011年我心想应该是2011年，自2011年开始，哎，从2010年开始算吧，从我入职以来，这应该是第一次北京的一个大比赛，但是我没有去现场啊，从来没有过发生的事情。哎，不去现场哦，我们都不去现场吗？对呀，啊，周六我们在这儿，哦，我们在这儿啊，周六我们在这儿，周日的话咱们再安排，可能有一些新检部队要去现场去做采访，哦，怎么样啊？我们。哦，我之前一直以为就是我们也去现场。是的，是的啊！我昨天还稍微回忆了一下，我说啊，2011年的比赛，2011年的北京赛是在，北京体育馆那边进行，北京体育场。嗯。然后啊，叫天坛体育馆，好像是天坛体育馆。对。然后2012年的比赛在永旺，然后2013年的在啊，反正各种地方吧，我这脑子已经算不过来了。对。反正就回忆了一遍，然后发现啊，今年这个比赛我就现场就不去了。嗯，但是呢，现场肯定会有特别热闹的场景，所以我们当时这么，我们现在是这么规划，就是首先我们在远程为大家带来直播，嗯，就是我们比如还在直播间里面，嗯，然后呢每场比赛我们来播，播完之后呢，我们把信号从现场接过来，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远程，举个例子，比如说滴滴是一名选手，嗯，啊，滴滴打完了，嗯，啊，滴滴打完了，打完之后，哎，把对方打赢了，嗯，于是呢，我们过来就要采访滴滴，对吧？嗯，说滴滴，你刚才那场比赛中啊，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场景吗？嗯，有，我之前把别人3-0打败了。对对对，嗯，啊，然后滴滴说那个，我觉得是这样的，嗯，这种比赛中对我的启发非常大。比如对方如果装了火扇子的话，我觉得还是别装藤甲的好，对吧？啊，或者，比如我们可能有些点可以问到，对吧？比如说，哎，嗯，刚才那个南蛮入侵，你觉得为什么不放呢？然后他滴滴可以解释说啊，我掐指一算排队里面的情况，然后我知道如果我不放南蛮入侵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放了会怎么样，对吧？嗯，啊，等等等等，就是这些情况啊。所以呢，或者比如我们可以问到滴滴说，哎，滴滴，你看你这边一个没有人管的孙权，对吧？有15张牌，然后但是头上贴着乐，你为什么不让对方前锋，就另一个前锋先动？这会让这个孙权先动呢？你是怎么这么有这种勇气的？因为我知道上将潘凤一定可以过的。啊，嗯，对，然后滴滴就是云淡风轻说啊，是这样的，你看那个排队没有，排队里还有1张牌，然后我随便看完之后我就掐指一算，这张牌就是赤兔减一马，所以就是红桃减一马。对，他一直没有出现，对吧？没错没错，嗯，啊，所以的话这张牌一定是红桃，所以一定会过，嗯，啊。导播这边递我一张纸啊，我看一眼是什么内容。对，幸亏我认字，嗯，啊。哇，这个字我是真的看不出来啊！我看懂了，我看懂了。对啊，这个是这样的，说 GC 的苍月同学因为没有联系裁判，所以判一局负。哦，啊，所以他现在失联了。现在失联了，现在失联的话，嗯，没关系啊。我们那就是至少现在这样的，我们先有好消息，那就是老于这边呢不战而屈人之兵，好歹的先获一胜，先获一胜，嗯，啊，好歹先获一胜，嗯，然后。如果再过一段时间，比如苍月这边还是没有联络上的话呢，我们再看有相应的处理方式，因为我们是有一个裁判手册的，这个手册里面说明了，说哎，你需要在什么时间到位，如果你不到位，比如差5分钟或者10分钟，我们可以等你，但是要警告你，或者是比如说罚5块钱啊，罚10块钱，对吧？啊，你要罚款嘛，对不对？啊，然后如果15分钟你还没到，那我们就要处罚你了，处罚你的第一个处罚可能就是一局负，对，啊，现在暂时是 先判了一局负，没错没错。然后如果你再不来，我们可能就判，嗯，再一局负。对。但是这个比赛特别可怕，为什么呢？嗯，因为这个比赛我们比如平常比赛啊，咱们平常常规赛上半场3局下半场3局，嗯，最多你也就管3局，对吧？嗯，你也就判3局负还能怎么样？这个比赛不是，这个比赛是说2局负掉对方掉蓝地上了，蓝地上等2局负对方就直接赢了，然后 GC 就崩了。哦，对，所以如果他一直不出现的话，我们聊着聊着天，对，然后幽灵就会赢了，幽灵就会赢了，嗯，对吧？但没有关系啊，我们这边可以接着聊一聊吧，因为北京赛还是一个挺好玩的事情。不知道有多少观众参加过我们线下的网站比赛。我参加过。你参加过对吧？嗯。啊，然后是以选手的身份参加吗？还是以，嗯，我去年有以就是选手的身份参加。啊，嗯，在北京赛。对的。啊，特别好玩，嗯，对吧？嗯，好玩的。因为现场大比赛跟，嗯，在家里或者在比如其他的地方这种打还是不一样。对，啊，北京的雾霾可重了。那种。这。
正开那个开会呢，你怎么能说这种话题呢？没有，今年的可今年没有，今年一点都没有。对，对啊，环保做的可好了。对，今年一点霾都没有。嗯，就是刚收了一个什么大雾黄色警报，我不知道你们手机收到没有。我这个刚收到大雾黄色警报，说早出门啊。不是说别说吗？就是雾啊，哦，雾是一种自然现象啊，它是会产生的。嗯啊，应该是还好，应该还好。这两天反正今天这两天是阴天嘛，阴天还不错。嗯，啊，这个在刮点风不算大，下点雨挺凉快。你听外边下雹子呢，冰雹冰雹的，多好玩啊！嗯，我觉得可凉快了，可舒服了。嗯，对，一场秋雨一场凉，阵阵秋雨断人肠。哎，不管这后边是什么，总之大家多添点衣服。这个秋天的时候非常容易有感冒啊，嗯，然后有什么一些疾病啊。其实我觉得我这个声音也稍微的有一点点，那个，沙哑吗？啊，对。你感冒了吗？我觉得没有，但是反正可能有一点点啊，嗯，有一点点，不关键。应该是今天就是打球打累了，是吧？对对对啊，今天这个，嗯，啊，这个一条这个话题特别开心。对，红甲哥今天打篮球呢。是是是啊，而且我们这儿，前两天公司还有篮球比赛，对吧？嗯，我们这还有一个公司小礼物啊，嗯，其实非常这个礼物，可能对于大家来说的话，觉得哎，这个没有什么嘛，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觉得特别珍贵啊，因为这个属于。就是定制版的礼品了，这个东西哦，这么厉害的，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就是市面上应该不是以周边来销售吧，这是专门定制的吧？这个吗？就这个。哦，这个 CJ 的时候是有的，嗯。哦，伤心了，一下伤心了啊！嗯，我以为是那个，嗯，就是只是为我们来预备的啊，但没关系，我们还是给大家展示一下啊，这个啊对，因为这个小礼物呢，之前是就是在杭州发，然后我这没拿着，然后所以你这同事给我带过来了啊。嗯对，是一个小盒子，然后里面是一个本儿和，一个笔啊。这个上面的文字我特别喜欢，尤其是那个本儿上面的文字是一个小桥嘛，嗯，然后上面他写的文字是这样的，他就是啊，这个两句话说，嗯，遥想公瑾当年，小桥出嫁了啊。嗯，我是特别喜欢这个。出嫁了，你不觉得那种感觉特别好？就是一种哦，意气风发。就是人生的快意的事都在这一个上面，对吧？我不知道有没有观众知道这首歌啊，叫这个念奴叫赤壁怀古啊，这应该不叫歌了，应该是词啊，是词 对啊，知道呀，学过的，嗯，啊，苏轼苏东坡，然后做一首词叫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惊起啊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一生如梦，一尊还逐江月。啊，其实就是诗人写这诗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嗯，说你看人家当年什么什么样子，你再看看我现在啊，都已经这岁数了，然后好像也不得志，对吧？是这种感觉。但是呢，从那几句话里面，对吧？我们说，嗯，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英姿勃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这是什么感觉，对吧？啊，论这个怎么说，就英雄嘛，嗯，对吧？嗯，哎，身边有美人相伴，这是其一。嗯，然后呢，儒将，对吧？儒将啊，这个。英姿勃发的这种状态，羽扇纶巾还是一个，嗯，就你像人家打仗，人家打仗对吧？像张飞这种戴一盔，然后穿一甲，骑一马，拿一个棍儿，然后啊这样，啊我们没有，是吧？我们是，嗯，就是啊默默的站在，但这不是羽扇了啊，这就是一个折扇，对吧？对，我们折扇纶巾也一样，对吧？就是啊特别俊朗，折扇纶巾，哎，穿的跟特别正经，跟一个人一样。然后呢，哎，把这个扇子徐徐的展开啊，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上面攀缝啊，哎，就是。拿一扇子装一封啊，往这边打，那边打死了，往这边打，哎，嗯，打完了，对，就是军师嘛，军师，嗯，啊，军师儒将的这种风采，对，觉得而且是谈笑间，没有像说这个啊，比如我们拿张飞说了，我们拿这个赵云说，嗯，啊，快，主公主公，这个夫人投井了，你看阿斗我帮你送弟回来了。这身上披着血，嗯，然后丢掉啊，然后身上全是血，嗯，然后马呢也不行了，然后这个刀也折了，枪也丢了，对吧？可能后背上还插着两根剑，怎么样？对，没有这感觉啊。说谈笑间，咱们俩聊聊天，樯橹灰飞烟灭，嗯，对吧？然后仗就打赢了，嗯，仗就打赢了。所以，这给我们描绘出一幅画面，对吧？嗯，什么画面呢？美洲狼，对吧？美洲狼，嗯，啊，为什么叫？
周郎，其实郎是什么，对吧？你知道郎是什么吗？狼不就是那个嗷？对啊，嗯，对，狼就是几种几种啊，狼有很多种，很多种这个，就是很多种意思，在古时候有多种意思啊。一种意思叫就是侍卫，叫狼，对吧？这个什么大将军执戟狼有没有听过？啊，执戟狼就是拿着戟护卫的这种啊。然后有没有一个官叫中郎将？有听过吗？啊，有，哎，有。中郎将是什么？中郎将是侍卫长，嗯，叫中郎将，哦，啊，这是一种意思。嗯，第二种意思，狼啊，小伙子叫狼，对吧？姓什么叫什么狼，对吧？嗯，比如姓周叫周狼，然后姓孙叫孙狼，对吧？嗯，啊，但是这个小伙子还不是一般的状态，他在这个里面还有一种赞美之意，嗯，就是哎，特别帅气的、俊美的、优秀的小伙子，嗯，对吧？比如像周瑜来说叫周郎，我们都叫美周郎，哎，因为好看，对吧？又帅气，嗯，啊，所以哎，这个感觉吧，反正你就有感觉特别好。如果想象不出来没关系，你看看我。嗯，好，还是不太行啊，看比赛吧，还是看不了我，看比赛吧。来，我们来看双方的比赛啊，嗯，接下来应该是老于对苍月。现在的话呢，老于这边已经是得了一分啊，得了一分。还是目光的，嗯，哎，这边是为什么还是目光的摄像头呀？是不是摄像头这边卡住了啊？卡住了，刚才那个画面，哦哦哦哦，刚才那个画面已经卡住了。对对对，啊，这边是苍月，但是这个摄像头要稍微抬一点，对的。啊，我们看苍月也是很重视比赛啊，穿着他们的队服，但是迟到了，对，可能就是为了换队服，所以迟到了。嗯，这个可以理解吧？是的，是的，换队服显得就是有气势一点。是的，啊，老于呢，刚才还是就是坐在前面，现在因为两局过后已经瘫倒在了椅子上，嗯，说不知道为什么被打得这么凄惨，嗯嗯，为什么呢？那谁知道呢，对吧？嗯，没事，现在已经有一胜了，可能今天没有堵车吧，也有可能。嗯，好，这里是手抓了一个法正，手抓法正。哎，我觉得是不是手拿中摇会比较好？对，你拿法正的话，对方直接拿中摇跟黄忠，我看你要拿什么？对啊，这个有一点怪啊。我们因为对于选手来说，其实第一抓有好多种选择，公孙渊可以手抓，中摇可以手抓，法正可以手抓，张辽也可以手抓，甚至你手拿大乔，我们觉得都能忍。但是就是抓法正这事儿吧，我真的觉得就是法正特不是中摇这个武将特别好用，嗯，而且我们在新版本的上场率也很高。嗯，是的。而法正是要比中摇略逊一点的，对对对啊。但是法正中摇实际上我们在数据统计上，你还要提到数据了。嗯，从上场距来说，两个人只要差多少吗？0.1%。两个人只差0.1%。嗯啊，就是总的上场局数，中摇啊，我们这个数据是一个月度的天梯的局数。嗯，对，两个人的就是已经是以万为单位计算了，就是几万局几万局的数据里面。嗯，两个人只在百位数上有一点小差别，就是中摇大概比法正多上了900多场，100多场，啊，100多场啊，是吗？288和1868嘛，120场，只多上了120。哦，我看到那个是胜局数。对对，你看那是胜局数，嗯，啊，我们这个，哎，我还以为又算错了。对对对，哎呦，啊，没事没事，但确实中摇胜率比法正要高。对 对， 对，要胜，啊，对，多胜几百局，900多局，胜的局数要高。嗯，对，因为两个人的胜率的话，中摇是63.3%，而法正是61.5%。嗯啊，当然这个数据都是我自己除的，所以万一不对的话，大家也不要买。我不太确定这个逻辑是不是这么算啊？没事，不是我除的就好了。就一个比较的关系嘛，大家你想知道说，嗯，哎，中摇比法正就是胜率高，上场率差不多。嗯啊，上场率差不多。当然，因为这一局的话，你说中摇法正都在，那就都上呗。啊，哇，看了一眼这个手牌，嗯，老于这边的战术啊，继续选择了公孙渊主。嗯，还是没有放弃公孙渊主的一个这样的情况。那这里可能要考虑先打张辽了呀。对的。嗯，其中两张，嗯，两张左定还是很开心的。对，两张左定可以换不少的牌。对，而且一张红杀啊，这边选择直接决斗打出去。对，这里还是选择要先打张辽。决斗先打出去。嗯。哎，还手了。还手的话，拿黑。张辽一般还是会还手的，因为我可以摸更多的牌。对对对，是的，但是呢，因为你还手了，所以就导致了公孙渊在怀疑的时候可以拿到你除了杀以外的牌。嗯。啊，觉得比如什么桃子啊，甚至于一些拆顺啊之类的。哎，你看一张非常关键的乐不思蜀，哎，对吧？我们说半天了，说为什么很关键，就是因为乐不思蜀很关键。
这边是选择把这张牌拆光，然后直接乐上法正，你随便偷，我两边法正没有招啊，你随便偷，你爱怎么偷，你法正肯定出不来。嗯，你法正如果能动会儿算我输。对，反正我手上也没有特别关键的牌、啊，等会儿让我看一眼钟瑶跟黄忠两边的牌好吗？我想看一下黄忠跟钟瑶有没有什么特别担心被偷走的东西。哎，杀一桃，特别关键的是吧？杀一桃，对于钟瑶来说这个问题不大。嗯，反正我钟瑶的黑飞机也是可以当桃子使用的。是的，果然啊，反正还是被乐了。那、啊、这种局面的话，其实冷色已经占了非常巨大的、优势啊。冷色已经占了非常巨大的优势了。对，然后这里法正是被乐了，然后因为你暖色前锋回合等于对我的前锋几乎没干扰嘛。对，我现在就是一个满状态的存在。哇，这里好凶啊！直接吃了一个骨钉刀，然后杀下了长辽一个九杀。这边还有第二发。对，这里是帮队友过一下牌。没错。不知道对面哦，对面是吴中生有公孙渊手里应该不是杀，没有过到无懈啊。公孙渊手里应该不是杀，公孙渊手里哦是闪，他还想再过一下牌，还是要拿牌再过一遍，还想过一次，哎，过到了万箭齐发，思考一下，还行吧，先杀一刀吧，但是肯定要先杀的，因为万箭的话，你有可能会让王毅把你的杀给弄掉，有可能的。刚才是哎，这里不选择，哎，他应该是打错了吧？对呀、啊。这个寒冰应该也是错打错了吧，就好奇怪，老于现在的那个脸上露出了一丝很不好理解的笑容。他我觉得他刚才那个表情，而且张乐不思蜀，哎，我觉得他刚才那个表情应该是自己失误了，乱了，对对对，乱了，就是发锁定首先是不可思议的啊，这个是一个百分百的失误、嗯、好吧，这是一个百分百的失误，没有任何道理会给对手发锁定，然后发寒冰剑可能也很奇怪，之后呢不贴乐其实也有别的理解，但是还是有点怪这个，就是综合下来的话也许不影响结局，但是至少老于的心态已经受到了一些影响。对对对，这里肯定少打了一点输出啊，对于对面来说。对的，这边练功选择再次下招换下来、哦、因为有决斗嘛，有决斗百分百掉血。对，其实猎弓也百分百掉血，就是怕手里有九桃比较多。对对对、嗯、对对对，比如说刚才那个牌的话，你等于就是、嗯、因为你等于寒冰剑白赚了一张南蛮走。对的对的啊，因为我杀你，你吃桃，南蛮入侵还在那儿。对、嗯、那这样的话呢，好消息是说我们现在齐装满员还是三个人，然后每个人的血量还都不错，嗯，的情况下对手只有两个人了，对，二打一，然后这里只要把法正给处理掉，然后就好打。三个人围观王毅、对对对，王毅是变不出花来的，我们就不打就完了。而且公孙渊每回合怀疑就两张牌换一张，嗯、就是吧，就是，一张一换一。对，我就拿了一张牌，没有什么好说的。然后这个万箭其实可以留一留，留到最后打王毅的时候用。是的，那这样一来，老于可就也要成功的完成任务了。对啊，我们还是得编出一个新的词来。我觉得完成任务太麻烦了，他。字数太多了是吗？对对啊，叫飞了好不好？飞了，好像也不大好。老鱼也飞了，暮光之城也飞了，好像不大好。走了，走了也不好。胜了，结束了，不关键吧？我们回头慢慢想，好吧？有的是时间。我回头想词儿吧。对对对啊，我们应该非常可惜，像我们看不见弹幕，我相信弹幕里面一定有非常多的有创意的词汇在帮助我们。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发到我们网站的粉丝群里。对对对对对，我们是可以看到的。对对对对对，或者这样，到时候比如今天那个大家如果能够啊赏脸关注一下小人的微博的话呢，大家微博里我发一个讨论的话题，大家可以讨论一下。然后如果给出特别好的答案的话呢，我争取对吧，看看是不是能申请一些好玩的东西发给大家。想想还是不错的。是的是的，这边对于暖色来说翻盘的唯一的机会是什么？翻盘的唯一机会就是让王毅变得很厉害，然后直接奔公孙渊去、嗯、当然这种胜利的可能性极小，原因是还有一个中央在那保护着。对，我看到他们手上好像有三个桃子，三个真桃子。是的、嗯、这边的话你看就怀疑就只拿、那个、对，我只拿一张、对，只拿一张就完了、嗯、对，我稳的只拿一张就好了，也不跟别人过不去，也不跟自己过不去啊。对，过到了一把连弩啊，跟没有过到几乎一样。嗯，对，这里还不如他要保证一个黑红的比例，说至少咱有张黑、嗯、咱别一张黑没有啊，这样一张黑没有的话日子不好过。
这个局面想要暖色方想要翻盘的话、嗯、压力是非常巨大的，非常难的、嗯、因为这里一个怀疑直接可以看到工学院的手牌，你知道他手里有闪，你没有办法去动他。是的，但是呢苍月也绝对不会轻言放弃，原因是有两个，第一叫做如果他放弃了老于就跑了，或者那就是蓝地可能更不好打。嗯。第二个原因是刚才已经明明看见老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小失误，所以万一要是他再出个失误什么的啊、自己就也许有转机，有机会对吧。这里考可以考虑丢个九，对，因为你九杀王也没有任何的用处。没错，黄忠这边的寒冰剑还是很厉害，而且黄忠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比较克法正的。嗯，打你反正啊，我这里是两点伤害，对吧？我两点伤害，你随便，你愿意伤我你就伤我，然后咱俩互相掉血。哎，我扛着就扛着呗，我扛着一会儿又能打你两血了。没错没错。所以从这一点来说的话，黄忠也不太惧怕法正，不太惧怕法正、嗯。这里直接掉血就好了。是的，杀掉麒麟弓。把桃子一吃，游戏结束，你现在打不了我黄忠，啊，而法正如果倒下的话，就剩一个光杆王毅，那胜利的机会就更难了。你看这个王毅现在他连够公孙渊都够不到啊。对，暂时是够不到的，但是他有把就是装备递给法正，让法正去做一个输出。哎，哎，求出了冷色坊的最后一个桃子，嗯，这个还是比较关键的，是比较关键。然后这一波的怀疑。很难，要不你直接拿弩把法正的手里牌拿了，然后跟他拼了。对，这里杀一刀可以试试。啊，选择红牌，他是选择这样了，就是拿三张杀，嗯、然后从黄忠这儿推过去了。哦、对、嗯，直接打死你法正了。对。但是现在因为又到桃到手，所以反正有点纠结。嗯。直接杀一刀法正，有点担心，说万一要是被王毅桃起来了，自己这边还要掉血，或者还要给牌。果然，哎、把把弩给人家吧。这里只能给弩了。怂了，怂了，把弩给人家。对，咱们留着桃，桃在手里。其实这个局面来看的话呢，嗯、冷色方反而不如刚才刚刚接手那个时间段的时候，对，我觉得这里可能打得冲动了一点。没错没错，嗯、不是咱俩挤在人家非让黄忠杀人法正的时候了，对吧？冲动也是咱们。没事，他反正又听不到我们俩讲话，对吧？那对吧？嗯、那这个决定是他自己做出来的呀。咱们于心何忍呢？嗯，对。而且关键是说，现在钟繇也已经不是那个状态特别好的钟繇了。嗯，因为这里桃子的消耗太大了。刚才就是法正那刀九杀黄忠，还是比较伤的。而且王毅，这个还跟法正有一个恩怨的一个配合。对。嗯、所以里外里的话呢，对方排插上还是勉强能够支撑啊，非常非常勉强能够支撑。嗯。对。然后这里又来了两张。对，我们桃子又充裕了。是的，这边钟繇反而是可以跟。哎，他要把那张牌递过去吗？顺手牵羊。嗯，应该是这么考虑的。嗯，因为杀是没有太多意义。哎，又拿到了一个桃。顺手牵羊，现在法正。千万不要乱发左定呀！有杀，哎、法正你死了，再见。哎，这里，法正你已经是死人了。请留下你的遗言啊，当然不一定能中，对吧？因为反正有可能出闪，我们现在闪了，闪了，现在牌不够多，对对，还不够多啊，这也是一个小弱点吧。嗯，我们本来还挺激动，我们觉得已经结束了。没有没有没有，因为他只能摸这么多牌。是的，不像就是法正那样，就是可以过美龙过牌嘛，有一个过牌量在。是的。好。这里选择用铁锁连环救，也是递给公孙渊一个不同的花色吧。嗯。哦，这里是要收编了。嗯。其实从很早以前，公孙渊就已经有收编的想法，只是因为拿着一个桃，又稍微的犹豫了一下。嗯。哦，这里是换到了更多的桃子。嗯、就吃起来吧，嗯、把自己吃起来就结束了，对吧？啊，还是选择要去拿牌拿一下。对，其实这种时候把弩拿了就挺好。对，弩拿了就很稳了，啊、非常稳健。你王毅现在反正也够不着我，嗯。嗯，我就当你每回合多摸俩牌，又当如何，对吧？我们哎不太怵你，然后忍一忍，等到一个牌比较多的时机，一举将敌人歼灭。嗯。
王毅这边弃掉了桃园结义。对，桃园结义对于王毅来说是，这个血量来说，反正是一个很好的血量了，不用桃园结义来回血了。是的，这边是公孙渊回合的行动。嗯，中央手牌是一张铁锁连环吗？铁锁连环是递给了公孙渊的，然后把黄忠跟法正锁起来了。哦，所以他手上是一张闪，一张闪，一张闪。因为我说本来如果是草画的铁锁的话，还可以，比如杀一刀，杀一刀，杀一刀钟繇，然后判一下啊，然后把那张铁锁，把那张草画牌放顶上，那边斧子拿走。嗯，但是一会儿应该是王毅的回合吧？哦，对，嗯，那待会儿还有王毅啊。对，这刚到保护轮对吧？刚到保护轮应该是，还没有到我们联动的轮次。我看一下，啊，是王毅的一个保护轮。是的，这边继续的将。哎，他是一张杀，他之前把闪丢了吗？这边公孙渊是，继续的去下王毅的装备，觉得王毅的弩和斧子看起来都比较危险。无懈可击，没有，那这里其实可以杀一刀王毅。还是不了吧。过三排的王毅不敢想象是吧？对。哎呦，一个九杀。哎，有个左定。哎呀，救命的左定，救命的左定。救命的左定，吓死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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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差一点点就中了，中了这个的话。好可怕呀。如果中了这个的话，那谁输谁赢真的说不好说了，不好说了，一切就都不好说了。赶紧吃桃，不过了，就是不拆乐，不拆乐，吃桃，吃桃。吃桃，他死不了，他死不了就吃桃。吃桃了，还是很稳健。不打了，不打了，对对，你随便啊。现在稳健是肯定是最好的。是的，是的，就是你死不了哟，何必呢？对吧？谁有生命危险，先保谁呗。现在就一定要先保钟繇。对于冷色来说，一定是先保钟繇，不要理会公孙渊的状态。对，钟繇活着，我们这边就有希望。哎，这里是哎拆了手牌，对方也打得有点乱了。这里拆手牌是没有看懂的呀，这还是一个黑桃的国拆。是的。钟繇也暂时也非常的尴尬，没有闪了已经。因为刚才那张九杀被钟繇的闪，被钟繇闪掉这个动作啊，对王毅也是造成了极大的打击，很大的这种。觉得很不开心的，对，凭什么他能够？哎呦，有张火攻，左定，让火攻命中的概率不是很高，原因是两种花色。对，原因是对方明确知道你手里没黑的，所以你对吧？下回再说了。不用着急的打王毅，等他一血的时候，我们就是囤爆发牌打一波就好了。是的，齐心协力。对，一张杀。他想了这么久，我还以为又是一张那个黑桃杀。钟繇这里的血线是要回起来的，不回起来太危险了啊！这里有个五谷丰登可以开一开，开自六人无懈嘛？对，自六人无懈肯定可以开的。一张五中生有啊，对方这叫无懈，对，来自己也叫无懈呗。对啊，咱们拿个无中看看，怎么不是找个黑飞机呀、啊？这里有可能他还是选择了无中生有。公孙拿九，对方拿杀。公孙渊现在也处在一个哇，这个手牌。公孙渊现在也处于一个凑色的阶段，啊，非常急于凑到一些颜色。对，还拿一张草花杀，就刚才五谷那张，没有什么用啊。对，你能发动真烈。但是你刚才发动真烈的话，你现在就很危险了呀。是的，我们这边有好多种方式能。哎，他没杀。这就先顺呗。他不应该先
这个秋天，2017三国杀王者之战城市赛战火重燃。10月20日至11月26日，北京、西安、南京、武汉、长沙、广州六大城市全面开战，三国杀的擂台等你挑战。统帅三军4v4两大项目竞技不断，解说名嘴倾情助阵，直播平台精彩呈现，比赛期间更有多种好礼相送，这是属于三国杀玩家的狂欢。怪人竞技全民海选，明星选手延续辉煌，绝佳的策略，精湛的操作，三国杀的殿堂等你封神。10月21日，擂鼓敲响，壁咚一战迫在眉睫。2017三国杀王者之战城市赛北京站，我们拭目以待。躲开了，活了。重铸一个远交进攻是吧？哇，打死他！你看，终于有用了。对。哇！来一把万剑，要断了。我们要回忆起今天第一局那个搏击的那个理解。我估计悬啊！苍月的话，我们之前介绍过，说他的胜率啊，历史胜率21战7胜，33%的胜率。然后蓝帝呢，21战11胜，52%的胜率，比你多赢了4场。嗯，这个数字还是比较夸张的。对这个数据的话，就是感觉很难超越。感觉很难超越。所以，对于苍月来说呢，现在应该压力非常巨大。而且苍月还刚刚是以2-0的比分输给了老于，虽然其中有一局是因为自己没有及时的对他去换队服去了嘛，对吧？不知道，反正是我们不确定原因情况下，我们还是有要求选手能够及时的与我们取得联系参加比赛。同时呢，我们会给出一个时间限制，在这个时间之内，那可能是没有损失的，或者我们比如罚个5块钱啊就算了。但是如果确实是超时时间比较长，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就是那个。那段时间反正我们等了得有10多分钟，半个小时吧，没有那么夸张，但是我觉得10多分钟是有的。然后10多分钟的时间，你让对手也等着，然后让我们的导播呀，包括裁判呀，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有现场的观众，现场观众，我们所有解说，对吧？这个不现实，对不对？你要这也就是我们这比赛，你要跑步的话，
你没到，爱到没到，人家当一枪就垮了，对吧？别人帮就开始就是跑步了，嗯。对，所以我们也是一样道理，我们就试完一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嗯。但是一场比赛呢，通常来说我们会给，比如说15分钟、20分钟的时间，所以判你一局负，但是会再给你一些时间让你来，解决问题。那么最终还是成功的解决了，而且回到了赛场，但是啊，还是遗憾的输给了老于。那至此的话呢，现在有两名选手已经成功的脱离了，嗯。每次都会不一样的脱离了，而且的这个不是特别好，嗯，完成任务，嗯，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两名选手一个算是3局2胜的比赛吧。对对对，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蓝帝和苍月啊，这就是 BO3 了，其实只剩3局比赛，看他们怎么样。蓝帝基本上所有啊，不要基本上，就是他全部的比赛都是在老于他们家完成的。哎，他是不是跟老于家他们装修是一模一样的呀？我觉得应该是没有电脑吧，家里。哦，他说一模一样，连那个饼干都放在同样的位置吗？啊，你还记得他们家有饼干吗？我没有注意，然后只对就是吃肉感兴趣。一看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吃货。我只对肉感兴趣。肉感兴趣。对，饼干不感兴趣的。不感兴趣。嗯，就是肉食性动物，嗯，我们还是属于杂食性。对。什么都爱吃一点。没有，饼干不喜欢吃的。嗯。我们来看一下这局的酱面，郭嘉在这个局面下还算是比较重要的武将。但是呢，一方面是说只有刘晨和李典，都不是最优质的配合；一方面是因为对手有大乔，所以，嗯，大乔这里，其实有个司马懿，嗯，还行。但是司马懿来了就会影响太，对对对对，太就是为了光改判我上一个司马懿，太，用处不大。冷色还是拿郭嘉，那看冷色的话，我估计可能是拿李典和大乔。嗯，就是李典，我觉得是肯定要处理掉的。既处理了一波，嗯，然后又处理，哎，对，嗯，既处理了李典郭嘉的一波配合，又对，那这里可以考虑拿个刘晨，司马甄姬吧，嗯，直接拼一波吗？司马甄姬又解决大乔的问题，又解决一波的问题，然后拿我没什么招，对吧？拿了刘晨的话，谁当第三点呢？灵统，就是哎，他拿了黄忠，对面拿了司马，对面司马甄姬了呀。现在新的问题是说，你不敢保证，为什么我不确定？因为你不能保证刘晨郭嘉的配合能成立，嗯，对吧？对，因为你比如对方把你刘晨乐了，你怎么办？因为如果他就是他像现在就全部放过去了的话，那如果是大乔司马加甄姬，你该怎么去解这个乐？这个乐解不了了呀，就不解乐了呗，嗯，咱就不解乐了。其实对方拿司马甄姬应该就是拆阵而已，嗯，对。但是对方现在目前看起来也没有太合适的上法，对，嗯，所以那我好真就是真就上司马甄姬了也行，也没有问题，嗯，因为没有太好的一个选择。是的，嗯，看暖色这边要怎么办，在不考虑对手情况下，自己这边最优质的上法应该是郭嘉主，然后刘晨边大乔，孙权另一边，或者灵统另一边。但是如果你这么上了，可能会很大的娄子。当然还有第二种上法叫做马超跟黄忠。因为马超对，马超可能出现的司马懿是一种克制，嗯，马超黄忠两边，然后中间放个孙权，对吧？这也是一个比较全面的应对之策。没有，还是就刘晨你就愣不信对面是大乔是吗？我觉得凭什么呀？刘晨孙权对吧？你凭什么不信对面大乔直接乐你呢？嗯，你就愣赌自己有无懈，天过没戏了，咱们现在只能赌无懈了，对吧？刘晨你不是爱决斗吗？来跟我比划比划，我觉得这个就。愣一意孤行这件事情，对啊，因为刚才看酱面的话，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解决这张乐，所以他上大桥还是可以限制一手的。嗯，刘晨选择掉一血。嗯，蓝帝，那这里是不是要琢磨琢磨要上郭嘉了？道理是这样的，嗯，只要你不是刘晨先动，你就已经输了一半，因为你的战术，啊，就是你的技战术思路已经被对手所，你的节奏已经被对手所影响。嗯。对吧？这里可以先顺一手看一下。顺一手。哦，没有无懈可击。看似无懈，没有无懈可击，或者说应该说司马懿手中没有无懈可击。那开无中生有吧。嗯，这个我觉得是合理的思路。哎，那这个就无所谓了，这里就可以。但是他这里拆了的话，真的不是很赚。就拆呗，那也不能不拆呀，啊。让刘晨先行动的话，肯定是最好的结果。对啊，所以我们说，就是当你刘晨没法先动的时候，你的节奏已经。就你的节奏本身已经，被破坏了，那之后再怎么打，都已经不太容易完成到你以前的那个节奏了。这边无懈留着出第二张过拆，这边无懈留着交第二张过拆，因为无懈比过拆要值钱的多，对吧？
这条流程乐不思蜀。上一道国家，对，上一道国家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比较关心的牌。有顺手，有乐，这里只能就是如果要分给刘晨的话，肯定是让他用出去的牌。对，然后孙权的话可以分一些废牌，就用不出去的可以给孙权。是的，嗯，讲道理是这样的，刘晨这回这个、刘晨这回合可以考虑跟甄姬玩个命试试，咱们不一定非要挤国家了，因为挤了国家对我方不一定特别有利。所以比如吃个桃，然后杀一刀甄姬，然后三张牌决斗甄姬，对吧？也许就这样了，咱们把损失降到最低也就差不多了，或者去大桥奔大桥也行啊，什么留牌过。哦，觉得什么都不做。对，他还是比较顾忌，说觉得甄姬司马啊，万一有特别强大的爆发的话，可能日子会不好过。我们可以等他们就是第一波先过了之后，是的，然后再打。对，我们常见的甄姬司马的话呢，一般是让司马先动，然后换一下牌。但是这次选择让甄姬先动，代表着可能司马的牌还是比较不错。对啊，当然也有另一个原因，因为冷色呢是一个四连的节奏，嗯，所以不需要在第一波就把所有的火力全部都消耗干净，他可以接受说慢慢打一下。嗯，然后刚才那个，其实我觉得这张加一码还是卡的挺好的，嗯，因为毕竟面对的是冷四连，你不知道对面有多少个九杀，嗯，没错，孙权又是如此的脆弱，嗯，然后这里也是把丈八给递过去，嗯，这样的话既保证。司马懿能杀孙权，又保证了待会儿还能在地还给甄姬。对，我们能多过一些牌。看一下，这里是选择直接打大桥了。嗯。啊，于是小乔不干了，出现在我们的画面当中。对，于是小乔说：“嗯，凭什么这个游戏里面我出现次数这么少？”小乔目前为止好像只有一次郭嘉小乔迷竹，迷竹是吧？对，配迷竹，但只有这一次出场了。对，但是出场的话就赢了，百分百胜率吧，算是。嗯，是的，主要是正好。这边继续杀孙权吗？选择弃闪了。嗯，那手里的黑牌估计还挺多的。是的，而且应该得有一张红桃留给甄姬，来确保甄姬待会儿可以过乐啊，可以，对，可以过乐。嗯，甄姬这手洛神还是挺厉害，自己的这个洛神虽然没有特别好的牌，但是拿到了很多挺不错的啊，很多装备，但现在依然还是够不到孙权啊，我们能看到这一点。哦，连九也有了，哇，两张南蛮入侵了。嗯，这里是两张南蛮入侵，但是不一定敢放、过河拆桥、嗯、那孙权已经在范围攻击范围之内了。嗯，这边凭自己洛神还是落到了很多东西，哇，还有啊，古琴刀改完之后效果一般，乐不思蜀。哎，哎呦，草花怒、哦、有，再能多改一张啊！对、哎，草花怒就到手了，差一点点就到手了。没关系，没关系，这牌依然能做很多事儿、嗯，依然可以做很多事情。这边是拆一张加一码，哎，他不拆加一码，他想放南蛮入侵吗？不拆加一码是什么意思？他有减一码，他有减一码，有不长的棍子了，他有减一码。有减一码可能也要拆加一，原因是他还有雌雄双股剑，他可能是减一雌雄双股剑比单纯丈八效果更好。他想放南蛮入侵，两个南蛮入侵能把司马懿打残的呀。但他可能手里还有一张万剑，就是他不只有南蛮入侵。他想把司马懿给收掉了，因为司马懿没有选择反馈。对，就是他不只有南蛮入侵，他还有其他的输出方式。但是大乔也会被打残呀，大乔会被打残的。这种孤注一掷的打法如果你是这样的牌的话，我觉得还不如就是直接打郭嘉好了。他现在就是打郭嘉。对啊，但是他拆了孙权的牌啊。他现在就是打郭嘉了。他打郭嘉为什么不拆郭嘉呢？他这手牌，他就孙权藏了桃，郭嘉不一定有。我觉得藏桃还是郭嘉会藏桃。第二发南蛮入侵。藏桃。古定刀九雷杀司马、啊，有三点输出会落在郭嘉的头上。哇，这个郭嘉应该是已经死了，应该是已经死了，如果这个九雷杀中的话，嗯，这个九雷杀一定会中，还不算火攻能够有机会造成的伤害，对吧？三点输出，再见。好，哎，一个桃俩桃，哦，救起来了，哎，救起来，它是两血，不是一血，哎，哦，它是两血，
啊，凉血受的三点伤害。待会儿再走，待会儿再走啊。这回要一记三次啊，一记完三次的话，也许国家还能活下来。这边还有一张火攻，对这个火攻，嗯，这个拼到现在肯，哎呦呀，满目疮痍呀，这是什么呀，大哥？亮什么都已经没有了。大哥，咱们的这个亮红吧，我觉得刚才过了那么多黑牌过去了，你只能亮红啊。对。哎，啊，没有。居然没有，简直，嗯、啊，不可思议。对对对，但是我觉得不至于要降，但是他觉得是这样，就是我大乔已经崩了。嗯，因为只要流程一动的话，一会儿是三点伤害，扛不过了。对，大乔已经崩了，然后就是因为孙权、流程两个人把大乔直接骨子掉是啊，反正那件事情。孙权手里有桃子，但他没拆到。嗯，对这个。局面，瞬息万变，啊、瞬息万变，嗯、真的是想瞬息万变的比赛。对，我们开始都以为甄姬要赢下这场比赛了。是的，结果没有想到，嗯，啊、没有想到，对，因为就是那最后那张火攻肯定是亮红的嘛，甄姬过了那么多黑牌，嗯，没想到刚好没有方片，真的难以置信。所以，但是也没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了，好像，嗯、对吧？除了先火攻一下。但是先火攻的话，你手里没方片，也一直没有方片，他也没有出过别的方片的牌，对吗？固定刀、九杀、铁锁连环，没有，全是黑色的牌，全是黑色的牌。对，这不可思议啊！当他亮出一张方片的时候，我觉得，对我以为游戏结束了，哎，还真的没有方片。嗯，这个游戏其实有很多很多很多个转折的点。第一个，比如第一个转折点的话呢，可能是说，你能上这样的阵型，嗯，对吧？赢大乔，然后直接打。哎，其实我觉得还是他刚才那张过拆桥应该拆郭嘉，因为拆郭嘉他有可能南蛮掉血的，放了两个南蛮的。是的。对，郭嘉我记得他是在有一张南蛮的时候出了一张杀的、嗯，如果他那个时候就是掉血了，然后再一个九雷杀，那他刚才卖的牌也看到了嘛、嗯，那他的游戏已经结束了呀。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会跟我一样，或者是不是就是比较高水平的选手会跟我不一样。我一般的话，因为比赛的时间它是有限制，而且是你每出一张牌的时间限制，嗯，所以呢我可能会去做一个基本正确的动作、嗯、而不是一个说绝对精确正确的动作。嗯，因为我是这样想的，如果我这手牌我知道有人会死，而且那手牌肯定是打郭嘉的，我知道我要打郭嘉，我就肯定拆郭嘉，对吧？而且郭嘉就是我平时玩四四比较多嘛，嗯、四四玩郭嘉的话，他会把九套藏在自己的手里，不会分出去，嗯、是一定不会分出去的。嗯、所以我觉得拆郭嘉会比较稳。嗯，是的。暖色方这边守郭嘉，然后对面拆李典拿大桥。拆李典呢，是为了避免李典郭嘉这样的比较优质的双牌组合。嗯，拿大桥呢，是为了说通过大桥的限制的能力，冷主大桥直接压制暖色前锋的行动。对，也确实压制到了。对，然后暖色方完全不畏惧这样的事情，又正常的上了刘晨、郭嘉和孙权。对对对。啊，刘晨、郭嘉、孙权本身是一个很优质的阵型，因为刘晨可以通过挤压郭嘉把牌大量的供给给孙权，嗯，由孙权去使用这些牌来创造比较高的价值，因为孙权的牌的利用率比正常武将高很多，利用率特别高，嗯，高很多，不会，基本上不会浪费牌。对。但是因为对面有一个借大桥，然后影响了刘晨的第一波行动。嗯嗯，所以他们没有打出一个就是特别好的效果。没错，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变成了，暖色方变成了瓮中之鳖。但是、嗯，最终冲动的一波输出导致了甄姬这边的失利。那、嗯、于是双方现在来到了一个决胜局的赛点了。这一局对于，哎，纳尼？哦、啊，刚才获胜的是？对，是他呀。哦，是。刚才是苍月投降了呀。哦，刚才是苍月投降是吧？刚才因为视角是翻转过来的。哦，没有注意，没有太注意那个视角是否翻转。你现在看冷暖就应该知道了。应该知道对。刚才是暖色手的郭嘉，所以是暖色获胜了。哦。刚才是暖色手的郭嘉对吧？是暖色手的郭嘉，对。而且他翻转来翻转去，我也而且其实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对，刚才是暖色手的郭嘉嘛，刚才幽灵手的郭嘉嘛，嗯，幽灵手的郭嘉是吧？啊、哦，所以是幽灵这边
拿下了，那这边这局对啊，那就是这局这依然哦，他们没有换冷暖是吗？不是，因为冷暖是一个选择权，所以大家去选择而已。哦，啊，因为刚才上一局我看蓝帝的那个表情，以为哦，因为我以为就是他们是打完上一局这一局一定要换冷暖的。你不是强制换冷暖，而是强制换选择权，就是输地方会交换，就会交换选择权。嗯嗯嗯，选择权的话，你选冷选暖都随便。嗯，所以是超越选择了冷色是吧？嗯，是的，这样。那这样一来的话，好，先看一下这局的教面吧。嗯，超越这边上了一个好可怕的，嗯，很久没有见过貂蝉虚楚了。对，很久没有见到貂蝉虚楚这样的阵容了。但是，而且牌还很顺利。对，这个刘晨是肯定不敢跟虚楚去决斗了。对，这还一手谁可受不了？对，小心脏，嗯，扑通扑通跳的。而且干净骑手被乐了，也对于。暖色来说是一个非常坏的消息。嗯，雇佣这一手乐不思蜀还是挺关键的，又在第一波一张过山一张无懈。哦，干净的乐还是能出来，虚数看一下这个会不会被无懈掉吧。嗯，虚数应该还是没有牌了就。哎，一张无懈打出来，就直接接着交无懈吧。对，也你如果想他动你就接着交无懈，如果不想动就算，是吧？嗯，这个没有什么，叫什么？哎，这里还是不想让你对，让不想让甘宁出来。刘晨也那个灵童也是运气。非常好，雇佣也是运气非常好，他刚才结束的时候是一张无懈三张杀，然后回的那张牌也是一张无懈，对，也是一张无懈，运气太好了。嗯，然后刘晨自己手里两桃也没有选择打出去，因为面他对位是许褚的话，你不敢轻易的把闪给打掉。没错，许褚裸一成功，看要打谁。嗯，对，他打谁其实不是最关键的，比较麻烦的还是貂蝉离剑那一下疼。对，肯定是离剑疼的。对，然后看许褚的杀够不够多吧，我觉得。嗯，哦，他这里还是想直接打甘宁，因为貂蝉也能打甘宁，我也能打甘宁。嗯，刚才那个可以想一想，刚才那这个杀是什么颜色的？我们其实可以这么理解了。嗯，就是对于许褚现在存在呢，就是貂蝉多了一个技能。嗯，啊，貂蝉多了一个技能。哦，我们再看那个牌，刚才没看清，抱歉抱歉，我们再看一下那个牌。嗯，哎呦，几乎都没有杀。除非是离间离点，对，反正他这样打的话应该是要从甘宁动 手。 对， 对，应该是离间甘宁的。是的，继续杀甘宁。嗯，然后甘宁之前亮的是一个红桃的闪。嗯，这个闪说实话闪也没有了，交也危险不交也危险。嗯，因为人家是冷四连还有下一个轮次，对，你一张闪如何扛两张杀，但是你不交吧也可能有别的问题。看一下离点这一波能打出什么伤害吧，好像不太，嗯，好像不太乐观。这一波牌，只能说攒个难盘在手里。我觉得他只能尽快的，就是打掉雇佣，因为他从边收不现实。那就难盘别要了，要捡一根刀，然后先能杀掉雇佣再说。你连够都够不着，谈何尽快打掉雇佣？打这两个边，你跟雇佣决斗试试，你看你掉血，他掉血，肯定是你掉血，肯定是你掉血，想都不用想。对，嗯，人家雇佣一把杀。对，哦，他想从边路打，你从边路打太慢了。说实话，你扛不住，就是貂蝉、许褚的这几波。嗯，一张杀，一张决斗，打了貂蝉。嗯，对，但是这个南蛮，我觉得貂蝉是。一定能解决的，一定能解决的，不会受伤害的。南蛮如果能受到貂蝉的话，也算是一桩奇迹。那貂蝉手里牌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了。对，对，那应该是太差哇！哎呀，要冠石斧，要了亲命了，这个冠石斧啊！幸亏刚才甘宁出闪了，要不这闪留手里一点用都没有了，直接中一冠石斧。哎，有两桃，你救吗？还有一离剑呢。离剑的时候就不救了呗。那就只能这样了。离剑的时候不救了呗。看一下，哇，貂蝉直接吃两桃，你敢信？敢信啊！要杀没杀，要闪没闪，那你在手里留的是什么？小桃子。好的，那直接收掉了蓝帝的一个前锋。嗯，那貂蝉这里还是没有杀。对对，我觉得这两天的季后赛，嗯，真的是刺刀见红，对吧？嗯，这是一个最快四局就可以结束的比赛。对，然后这两天都打了七局，每天都打了七局了。我感觉这一局应该也是要打七局了。嗯，这个我们倒也没有什么不开心啊。我们觉得挺好，精彩的比赛嘛。对啊，我觉得看的就是，
很刺激。是的，我们就但是其实我们觉得不能因为多一局比赛而单收钱，这事儿有点儿。挺可爱的。那反正雇佣我手里杀多啊，打出去无所谓。赤冢千阳两张杀，嗯，打雇佣，雇佣手里的两张，三张应该都是杀吧？三张都是杀，对。嗯、所以没有选择先顺啊，还是希望说待会儿拆先拆掉先。他好像是哦，他两个无懈可击都打出来了。对，所以不用理他无懈的事情。嗯、对他手里全是杀。已经出了两张杀，赤冢千阳难道不顺一下雇佣吗？想这么结束吗？不会吧，朋友 ，Hello。他的我以为他的顺跟过拆想等到就是下一波雇佣两排的时候去动，有可能，嗯、有可能，对对对。但是你现在顺雇佣，只要再顺到一张杀的话，其实我觉得应该，如果像我们先判断了他手里就是杀。我多拿一张杀过来，多杀一刀。我觉得应该是要先胜，对，一定是先胜，因为你可能第三张杀杀出去的时候就又忘起一个杀，你可能会就是打到他球逃吧。对，嗯，所以李典可能是这么想的，说我先杀，然后忘戏，忘戏回来还是杀，再杀再忘戏，然后可能我不用顺也能凑齐四张杀，嗯，所以顺就可以留到下一个时代或者下一个轮次。哦，这里是一杀两九，嗯。一张杀，两张九，强大的雇佣。嗯。刘晨选择决斗一下李典，刷一下牌。这里刷刷牌吧。不是一个特别高效率的动作，但是。哎，这里可以打。也还行。压一下雇佣的血线。对，也还行。嗯。怎么办？人家是一张杀，两张九。嗯。怎么办？敢不敢跟人家来动手？哦，跟李典动手。战决的话呢，刷牌效率会高一些，嗯、对吧？等于是，你拿所有牌加上李典一根血换回四张牌来，就还不错。但是可惜换回来的东西质量很一般。对，质量很一般。那这里有个九的话，其实还行。哎，这里可以把冠师傅给拿掉。对。这拿，但是拿冠师傅，嗯，可以解决不被一波的想法吧？这个是。拿冠师傅，然后冰上，那刘成还是死了？不一定，不一定，因为徐庶手上有杀的。徐庶有杀，但是他等他等徐庶出杀的时候，他就不是，他就不一定是裸衣状态了呀。就是比如在貂蝉洞，貂蝉离间一下徐庶，对对，那个冰凉寸断贴着了。嗯，但是因为那个冰凉还有涉及到裸衣的问题，嗯，对吧？你没你中了冰凉，你没法裸衣了。对，这边继续的去补牌，依然是一张杀，两张九。一点回合殊死一搏，但是因为没有弩了，所以你这殊死一搏挺尴尬的，弩掉了也不一定好搏。嗯、还有68张牌找第二张弩。对，但是跟刘晨的话，刘晨再跟自己刷，这事儿已经不太靠谱了。你再跟自己刷的话，自己要死了。然后看对面、嗯，对面谁牌都感觉挺多，觉得这事儿也不太靠谱。没有找到弩是没有的，可能要忍辱负重，开个桃园，说咱们先蹦一蹦。嗯开个桃园的话，那雇佣又会回满血四排啊？不然呢？不然的话，我就挣两血，然后随时就准备倒在这个九杀有可能中的淫威之下。但是如果你九杀了的话，自己不一定能保住。我猜到决斗中了吧？两九一杀，两九一杀，攻手牌是明的，对，两九一杀。哎呀，选择勇敢的忘戏，嗯，但是结果他在找最后一张，继续忘戏，他在找最后一张连弩吧。朋友，铁锁连环是你唯一的希望，这一张牌换到一张弩的概率，我就不跟你聊有多低了，反正特别特别低就行了。继续选择练了起来，要靠火攻来翻盘吗？不可能啊！这里所有的花色都全。他觉得啊，是这样的，就是他判断，反正说收雇佣肯定没戏，但是如果能借此机会把收貂蝉，还是不错的啊。对，宫这边一口酒还在找。对方牌都是你帮人过的，哎呀，你看你牌过得这么次，找不到，你觉得对方牌可能过得过可能那个比你还次吗？这就很尴尬了呀。算一下伤害，然后白银狮子还好有白银狮子保一手。对，
所以许褚跟貂蝉看着不那么可怕，嗯，但是刘晨已经很危险了，非常的危险，因为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刘晨等于已经是死了，对吧？我貂蝉离间一下，你刘晨要掉两血，对的。然后我许褚杀一刀，你掉一血，但反正也没逃了，我只是许褚落一不落一的问题，对吗？然后这里一个李健把刘晨给收了，是的，这个其实已经对于李典算好消息了，因为刘晨没有倒在雇佣的手里面，没有去增加雇佣的防御，也没有倒在貂蝉自己的刀下，这几件事情其实都是好事儿，都让李典保留了一丝在拼搏的机会啊，在拼搏的机会。这找到一张南门入侵，不过没关系，啊，雇佣还是有个酒的，可以吃起来。对，也有可能是比如让许褚的桃之类的，但是大概率应该是自己要喝劲儿酒了啊。哦，貂蝉给桃，貂蝉给桃，但是貂蝉给桃这个动作本身就代表着南门放的不对，或者南门不该放，啊，做了一件不是特别应该做的事情。这加一马拆掉。嗯。许褚杀一刀，这刀只有一血的伤害，但是你有白银狮子，所以怎么着也是一血伤害。对，因为反正那个变量算没有过嘛，有点弩在这儿。哎呀，那就没有了呀。是的，因为貂蝉打的感觉就是最后一波了，觉得必死无疑，没有什么好商量的事情啊。然后现在双方战成了一比一平，对，战平了。然后总比分是3-3。他们就不能让我们见到一场，笑笑听听的，然后这个4-0、5-1的这种局。没有，这两天都是打满七局，对，一定是打满七局。这代表着我们赛制真的是何等的公平，对吧？你看，两支队伍之间分数上有差距，但是实际上的水平差距感觉不是很大。然后呢，谁打谁殊死一搏都是有机会的。这个也正常，也正常。所以，接下来呢 ，GC 跟游领两个俱乐部还有最后一局比赛。这局比赛呢，将由蓝帝和苍月分别代表两个俱乐部来进行最后的殊死一搏，失利的一方就将直接告别我们的冬季赛了。赢的一方呢，顺利的进入说出来都伤心六强，对吧？暂时是六强，他们之后还得打入四强才能进入四强。好的，那我们还是慢慢先回顾上局见面吧。上一局的话。上一局我也没有想到他会拿出貂蝉许褚的，上一局就被打得很拼了，也是我其实一直鼓吹这种打法，说我们如果明知道在技战术水平上不如对手的话，怎么办啊？就玩命。我是就是有时候我打牌就是如果不是比赛的时候，就平时自己玩的时候，我还蛮喜欢用貂蝉许褚的，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貂蝉有过牌，然后许褚说不定就是我每轮拿三牌呢，对，我就喜欢这种有不确定因素，然后就是可玩性更高，就玩得开心，就不像比赛这么严肃。是的，这局酱面整体是一个比较素的酱面，在比较素的酱面之下，暖层方起手拿了甘宁。这个拿甘宁呢，其实大家可能我不知道大家就是看观察时间有没有什么，就是看的比赛有没有足够多啊。长江以北，或者再往南一点，就是从上海上再往南一点，对甘宁的喜爱程度是逐步增加的。哦，这样的吗？就是以前以前没有接触过统帅的时候，然后我一直就是很奇怪，这个甘宁这个将为什么大家都会手抓，都会那么看重。然后后来我就慢慢知道，他其实跟很多武将之间是有配合的，他可以造成第一波的限制，然后让对面打不出输出。我觉得这个将还是非常的好用。他就是一换一嘛，我用我一个人的费，然后换你一个人的费。对，而且他那个氛围特别好用，真的。剑甘宁也变得非常强大。你只要有那个小灯泡，对于对面就是非常大的莫名的威胁，对，非常大的威慑。所以，选了守甘宁选了守甘宁。然后对面呢拿了雇佣和貂蝉，雇佣不多介绍了，对吧？目前场上叫什么，属于卡牌收益比较高的一个，就是因为现在有比较稳定的收益。对啊，那最终上将的时候呢？冷色方排出了一个恐怖之极的阵容，叫貂蝉许褚。还有一个雇佣帮忙发发牌，排查也有，输出也有，这个组合。只雇佣那个点虽然比较脆弱，但是对面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去打他。但是其实比较关键的点是什么？就是雇佣起手一张乐不思蜀，贴出了甘宁，给貂蝉和许褚
怎么说叫制造了机会吧，嗯，或者叫说不让甘宁去限制，因为我们刚才你也提到了，觉得甘宁能做什么呢？甘宁就是限制一个人，嗯、对啊，甚至限制好多人，对，就是限制你那个人的牌，是的，让你动不了，没错。而且甘宁的牌本身也不是太顺利，他其实好像就一黑那个南蛮入侵，我记得就两闪一五谷一南蛮、嗯，其实牌也不是很好。那张五谷其实是一张很重要的牌，嗯、但是被乐了呢也没办法。对吧？因为甘宁的五谷丰登嘛，他最后好像也是没有行动，然后就去了。嗯，非常遗憾啊，被一个勒布斯主打崩了。嗯，其实我们经常看到这种局面，就是一个勒布斯主会确实很影响，影响整个牌局吧。是的，嗯，我们也无能为力，因为这个它是牌地，它是游戏的一部分。嗯，对吧？它是一部分。好，那我们来进入双方最终的决胜局。这局比赛打完之后。会有两个人站着和躺下，躺下的那个就再见了，站着的那个呢、嗯、就进入我们的之后的六强的比赛了。嗯，昨天的比赛我们多说半句啊，昨天的比赛就是第八名打赢了第五名，哎，对对对，创造了一个啊小奇迹，对吧？真的是一个奇迹，因为第八名跟第五名我们听这个名次就觉得就是挺有差距的，是的，而且说分数上差距更大，对吧？十九分跟十三分的差距，今天两个队是十九分跟十五分的差距。我们说的分数都是常规赛的分数啊。嗯，对，就差距，今天的差距还没昨天那么大。嗯，对，但是依然也是有不小的差距了。嗯嗯，我们且看，最后一局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第七名也要完成一个横扫？是不是啊？每次都是名次低的人要开始准备完成逆袭？嗯，然后看一下这一局，还是首选了一个迷竹。哎，我发现这一局的话，在我们前三位的，就是上场率前三的武将都出来了，迷竹重要法阵，然后也是三个都先被抓掉了。嗯，但是这种局面下的话呢，可能还是暖色方会稍微的占一点点便宜，说我能先拿到我需要的迷竹。对，然后迷竹可以在看他第一波会不会放在边路吧，如果放在边路的话，我觉得。打一个爆发还是可以有的，是的，嗯，我个人还是推荐迷竹，要不还是放中间吧，不要太那个什么，不要放在边路打个爆发，对吧？我还蛮喜欢他放边路的，还是算了，不要。然后这里也是迷竹真的放中间了，然后甘霖这里上了打一波起手的压制，因为放那样的话，放边路的话风险还是略大。嗯，放边路容易死，对，嗯，放在中间还可以就是保一下自己嘛。那甘宁我觉得四张可能都要拆向迷竹了，对，后面的战斗我们可以想象，双方的火力又都将集中在对方的主帅身上，对，就双方的主帅身上嘛，都是。但是这是一个无血的甘宁。就我觉得主要是看张辽的这个拿牌能不能拿到关键牌吧，之前也有看到张辽拿到对面的关键牌，然后打出一个极恐怖的输出。我们第一局就是因为一个张辽，然后打得比较顺利吧，打得比较顺利。这次张辽看起来也很强。哦，一个无中生有，并不管两张无中生有。今天就该着张辽要发威。哎，这个是无中生无中对吧？嗯，有可能。嗯，因为没有那个视角，所以也不知道。对，但是你也不可能去说无懈对方一张无中生有。嗯，那得是多么关键的时刻才要去这么操作。哎，甘霖的最后一张是没有选择拆出去的。嗯，有可能想留着，等限制一下对面的距离，其实也不错。嗯。是的，这边张辽说我打你法正可能还给你张牌让你留点面子，王毅打你敢动手，你敢造次，嗯，对不对？我们特别荣幸能打你，原因就是我觉得对我们队友就可以不打我了，对对对，就你来就是恩怨我好了。是的是的啊，请快请发动技能，一般来说还是会亮黑桃吧，你爱亮什么亮什么，嗯，对吧？嗯，因为一般来说都是亮黑桃，因为黑桃有南蛮入侵啊之类的比较有攻击性的牌。对，又是一啊，这里是对自己使用了火攻。
说你真没劲，都不知道发技能。人不发技能跟咸鱼有什么区别？技能的那个键是不是坏掉了？赶紧点一点呀！对啊，对啊。嗯。哦，然后这里是一张诸葛连弩，然后火攻了自己一下。这里要递牌给迷竹，然后帮他算一下点数。啊，主要是帮自己算点数啦，反正都是一个人操控的。好复杂的这件事情啊，嗯，没关系，因为我们反正也看不见，所以就不跟大家算这个数字了。我就不帮你们算了。嗯。哎，导播还是贴心的，知道我不会算，然后就不切过去了。嗯，真好。你看，法正钟繇的回合。嗯。哇，钟繇这手牌真的挺好的。嗯。但是如果你被张辽给偷过去了，就不大好了。这手牌其实干不了什么，做不了什么事情，只能看着好。对，你说看着好不好？好，黑飞机多不多？多，能做什么呢？好像又做不了什么，对吧？决斗没有目标，没有目标，铁索连环一下好了。铁索张辽迷竹吗？对啊，只能这样连啊。嗯。也不觉得赚，反正那只能这样连了呀，这牌这几张牌要留的呀。是的，甚至说那什么点儿，这个牌就是鸡肋嘛，对吧？这我觉得这手是入位啊。嗯，这手牌就不能给钟繇了，因为如果你四张牌的话，一会儿要被张辽偷。对的，因为他炫化了甘宁。嗯，哎，这里把冰凉寸断拿过来了，可以贴一贴。嗯，也就冰凉寸断算是一个好消息，其他的依然都是噩耗。嗯，这里杀一下迷主呗。对，我们当然可以属性杀迷主，但是没有用，啊，并没有意义，并不关键。你又不敢全灌出去。他敢了。大哥，你知道人世间有一个兵器叫古定刀吗？啊，古定刀只有被王毅拿到的时候才有用呀。他知道。是。嗯。对，这个说的没错。那个你需也需要知道人世间有个兵器叫古定刀，嗯，借刀杀人，嗯，里面借刀拿过来，嗯，中央没有选择打无懈，嗯，中央现在手里边有一张桃，有一张无懈，还有一张是决斗，三张牌都是属于黑飞机，对，所以呢，我们可以这么说，就是他有机会救法正两次，啊，一张桃可以救一次，然后一张那个活墨可以救一次，对，活墨可以救一次，嗯。那，这里是帮张辽处理掉手里的一张牌，让他等会儿可以投一下对面的，肆意的去突袭，嗯，像欢快的小野菊。哎，这个迷竹就会比之前看到的那种乱游牌的迷竹好一点，不是说乱游牌吧，就是手牌留的比较少的迷竹会好一点，因为他知道现在对方的火力是集中在他的身上的，所以他要留牌保护自己。是的，这边一张就这边一个叫什么炫货、对，再次的把牌来调整一下，嗯，然后成功的拿到了钟繇手里的小桃子，对，嗯，一张冰凉寸断，顺手牵羊，你啊，顺手牵羊不敢顺呀，其实可以顺一下甘宁的牌，甘宁如果有红的话，我们顺过来好了呗，然后帮甘宁补一张，万一补到了黑呢，嗯，是不是很有道理？我也觉得很有道理。然后这三张牌被张辽拿到了都不好，说实话都不开心，拿掉桃子算是不幸中的不能叫万幸吧，但是是属于相对还能忍的一张，嗯，啊，拿到桃子还是相对能忍的，那拿到无懈的话就更麻烦，对吧？嗯，拿到无懈是特别麻烦的，对，因为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无懈既是无懈也是桃，决斗既是无懈既是决斗也是桃，唯独桃子只是桃，所以只有桃被拿走了，这边还能忍啊，这边还能忍。然后丈八还可以过一下牌。嗯。南蛮入侵这里应该是不敢放的，就拆一拆好了。是的。但是现在冷色方整体对暖主的这种压力也不是很大。嗯。暖色呢没有选择打暖主干打整主干宁，是直接对法正产生了兴趣，当然可能也是因为王毅的这个对位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嗯。那王毅对位好之后说你打呀来，对，谁不打谁是小花狗，嗯，我打你你还手你试试，你不敢，嗯，那这里是乐了一下，应该要杀一刀的吧，嗯，就是迷竹把自己保护的太好了，让他们就是打不动，嗯，望而却步，嗯，哎呀天过乐这个，而且迷哦对了，迷竹把牌递给他们两个都不合适，
所以你们两个自己玩自己的，然后我保住自己的性命就好了。你们两个去玩去啊、我不管。王毅说：“我好不容易啊，我是用两张牌才掉了一根血，嗯，你怎么忍心帮我把血回过来？”对。但是这也变相的限制了对方所有的 A O E 的输出，嗯，对吧？因为你没有可能性说你要放个南蛮，放个万箭，对你然后掉王毅的血，对你凭什么掉王毅的血？看一下这里的行动的话，张辽三排动了也不能偷对面的牌，所以这里还是糜竺行动。但是糜竺我记得他很早的时候就拿了一张冠师傅，但是一直没有选择使用出来。嗯，可能想等一个九杀吧，我觉得是。嗯，等一个九杀就是能收掉法正是最好的。因为如果我杀法正却没有杀死，这太亏了。哦，看到了五谷丰登。拿五谷吧，打破僵局的关键就在这里了呀。哎，他自己把张八给拿走了，是这里想多过一张牌。对，双手多过一张，然后要开始自己的输出了呀。嗯，只是甘宁输出不太靠谱啊。要不这个哦，这张顺手最后还是顺了自己人。嗯。嗯，槟榔寸断，这是第二次法正将槟榔寸断贴在王毅的脸上。王毅说：“敢不敢痛痛快快来打一下？”对吧？来，我们来正面刚，你不要跟我就是弄这些小花招了。你说我一女流之辈尚且敢跟你这个正面迎战，你老使一种妖法，对吧？对，什么截其粮道，断其粮草，你要疯？还把还挂什么加一马这种东西？就是的，嗯。连一个妹子都怕。哎，这边王毅真烈是直接选择真烈了他的刀，看来还是觉得就把加一扔了我也打不了你，对吧？还不如先保护保护糜竺，对，保护糜竺要紧啊，所谓护主心切嘛。嗯，我不急着打你。这边糜竺也是交出一张无懈。反无懈，嗯，看，我倒是觉得其实为无懈去，如果是争一张无中生有的话，不是特别的，不是特别的好。对，因为无懈也许有更重要的使命要去做，嗯，要去完成。这边一张铁锁连环要去连甘宁和王毅，是不是未免想的多了一些？冷色方的牌也越来越少，暖色方牌也不多啊。他不杀黑桃杀，他不杀。谁杀黑桃杀？谁杀黑桃杀？吓我一跳！我说这怎么还有七杀入侵？说，哎，这张南蛮入侵。南蛮入侵，嗯，可以放，因为干钟瑶可以对。是吧？哦，没有选择，嗯。依然选择来七七。这里只想对着糜竺去，对其他人没有一点点想法，对，没有一点想法。没有任何兴趣。糜竺的八卦阵只能保可能连一小会儿平安吧，确实能保一小会儿的平安啊，但是马上就要悬。嗯，因为甘宁这边说拆你就拆你一点。